报委员会出席委员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各位各位委员，各位官员哈啊，我们现在先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8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36分，地点本院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林德福等28人，列席人员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相关人员，部长高广齐请假，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林秀燕。主席刘召集委员释方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案；二、审查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案。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奇、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分别报告105年预算案。有委员蔡适应等10人质询，均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战略规划司代理司长李廷胜、整合评估司司长严正国、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刘志斌、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薄鸿辉、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奇及督导兼秘书欧仲伟、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等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徐志荣等4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四、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案审查结果：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收入总额原列294亿73万元，增列业务外收入项下利息收入305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94亿378万元。二、支出总额原列291亿9296万4千元。含盈利事业所得税4255万5千元，减列行销及业务费用项下公共关系费1279000元，管理及总务费用项下公共关系费1217000元，劳务成本项下一般服务费之体育活动费19万元，管理及总务费用项下一般服务费之体育活动费344万2千元，共计减列612万8千元，其余均照列。盈利事业所得税随同调整增列156万元，改列为291亿8839万6千元。税后本期剩余原列2亿776万6千元，增列761万8千元，改列为2亿1538万4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0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8亿8322万3千元，照列。六、通过决议12项，请自行参阅，并请翻到第9页。五、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案审查结果：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支及转投资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收入总额8998万4千元，照列。二、支出总额原列8947万8千元，减列管理及总务费用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服务费用项下专业服务费30万元，共计减列13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817万8千元。三、本期剩余原列50万6千元，增列130万元，改列为180万6千元。三、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四、通过决议8项。其中第10页第3项决议之提案人漏列刘召集委员释方，原予以补正，其余决议请自行参阅。以上宣读。好，请问一下，各位对于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议事录就确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报告，退辅会转投资事业机构经理人以上人员遴选标准及经营绩效，并请公平交易委员会列席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谢谢。那我们先来介绍与会的立委哈，按照我们现在座位的顺序，第一位王定宇委员、罗志正委员，那另外一位是高陆以用委员。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来列席的有我们的退辅会的主任委员董祥龙董主任委员，还副主任委员刘国传刘副主任委员，好，副主任委员金小辉副主任委员。好，谢谢。那以下的话大概我就先略过哈。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董主任委员就退辅会转投资事业机构经理人以上人员遴选标准及经营绩效做报告请主任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本日奉邀出席大院贵委员会就辅导会转投资事业机构经理人以上的人员遴选标准及经营绩效提出专案报告，深感荣幸，并且对贵委员会给本会政务的支持与指导表示感谢。本会安置基金转投资事业经营，它的目的是在提供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所称的退出役官兵及其眷属安置就业的能量。一方面，我们利用转投资事业的职缺来安置退出役官兵就业；另一方面，事业经营的所获利呢，则挹注回基金来提供退出役官兵辅导就业以及职训所需的经费。本会对于我们的会见经理人的遴选、考评及经营管理一向重视，而所转投资事业整体的经营绩效已上称良好。接着我请我们本会事业管理处杨处长跟委员会做详细的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事业管理处处长报告。依前言，安置基金是为筹措退出役官兵安置就业计划所需资金而设置，以基金参与投资民营公司提供退出役官兵就业机会，另以投资收益循环运用，用途限制于安置就业有关事业所需资金，以及用于安置就业计划有关的经费，其预算的编制跟执行与决算均按了政府有关的法令的规定办理。同时，透过推荐经理人员参与经营，贯彻安置政策，强化公司监督管理，维护公务权益，实施迄今经营绩效上称良好。二、转投资事业的概况。目前本会转投资事业共有27家，业务涵盖天然气供应业、工业制造业、大众运输业、百货业等各业别啊，详如附表一，请各位委员参阅。除远东气体公司以及南正公司小额持股外，其余主要转投资公司既有25家，平均持股达20%以上，平均持股率约34.4%。辅导会转投资事业的各业别，请参阅。主要转投资事业的持股率也请各位委员参阅。三、会见经理以上人员之遴选。本会为安置退出役官兵就业与民股合资共同成立民营公司，提供辅导条例所称之退出役官兵及其眷属就业机会，依持股比率与民股分别推荐经理以上人员共同经营公司。一、经营经理以上人员遴选标准。本会推荐至各转投资事业担任经理以上人员，分为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或相当层级等。取等之任用标准分别说明如下：一、董事长、副董事长应具备之资格，任本会主任秘书以上职务，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者；二、任本会处主管、所属机构首长2年或合计满2年，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者；第三、本会检任11职等以上职务满3年；第四、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并经国防部推荐者。其余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均请各位委员参阅。
四、经理或相当层级应具备下列资格，任本会所属机构兼任第九职等以上职务满三年，或经国防部推荐者，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者。五、以上人员如有无符合资格之人选，本会得公开征选专业人员，其条件相等而为退出于官兵者，优先遴选。二、遴选及推荐程序、遴选方式，依上述遴选标准办理遴选事宜，并以受荐人员之才能、专业性及具董监事资历等衡量基准。本会于前一年先函知国防部各转投资事业高阶经理人之职缺，以预除适格人员。二、前半年再函请国防部推荐候选人员名单。三、前两个月办理人事甄选作业。二、推荐程序，会见总经理、副总经理以上人员，系由国防部及辅导会预除适格人选，依副总经理以上人员出缺其成及适格人选名单，召开人事评审会议，办理甄选作业，遴选适格人选后，再依行政院锁定程序办理，并建请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后任命，以符合各该公司之业务需要。会见经理层级人员，由国防部及各地农民服务处经公告推荐适格候选人，依各公司所需之资格条件，由本会邀请会见首长共同办理甄试，再建请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任命。三、请参阅。第三、会见经理人员现任职现况，本会依前阶管理要点之资格条件，会见经理人员除需依公司法、证券交易法等相关规定办理外，并负有维护本会权益、监督安置政策及名股协调沟通等职责，必力兼顾公司经营绩效与落实安置退出役官兵政策。会见经理以上人员截至105年3月底任职现况如下表，请参阅。四、经营绩效，本会对各转投资事业系采目标管理，以获利及安置为目标，于各公司董事会中订定营业收入及盈余之年度预算目标，另依照大院97年之决议，安置率不得低于本会持股率70%，以前开目标为会见经理人员经营绩效之考核依据，具体如下：一、落实公司监督管理，本会慎选董事经理人参与公司董事会及营运管理，遇有重要议案，则由副主任委员召开会前会，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二、本会每季召开投资事业工作会议，检讨各公司的营运状况，并监督公司营运效能。二、实施经理人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包含了公司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盈余目标、安置率及公司管理的情况，列入经理人之综合考评，督促公司的营运发展。三、提升经理人企业管理职能，每年办理中高阶主管企业管理暨董监事讲习班，聘请专业教授讲授经营法令、企业伦理及企业管理要领。105年预定在6月下旬办理讲习。二、会派董事除以具法商背景者外，要求其余的董事均要修习财务分析的相关课程，并强化取等的企业监督功能。四、扩增安置退出役官兵就业政策，每季办理会见首长考评，检讨各公司的安置成效。第二、由会派董事提请公司征才时，择优禁用退出役官兵及其眷属，增加取等的就业机会。五、强化考评机制，对会见副总经理以上人员，除有任期限制外，均需停资月退俸，并以经营绩效、权益维护及事业管理等三个面向逐年办理考核，考核分数未达70分者不予续任，连续两次考评未达80分者不予续任，三次考评总分平均未达83分以上者不予延任。第二，为提升会见经理以上人员经营绩效，按季实施考核，以季营运目标达成情形，各季累计营运绩效与去年同期比较成长情形，以及公司营运管理的执行情形，作为考核的重点。六、营运及获利概况。102年至104年主要投资事业经营概况如下表，请各位委员参阅。
七，目前的安置情况，截至105年3月底，25家主要投资公司共计安置退出役官兵及其眷属1097人，安置率达35.74%。校级以下之退出役官兵啊，占了97.3%。八，推动社会公益，依各公司的营运状况，从事回馈社会与啊敦睦邻里的公益活动，帮助弱势团体以及啊天然气公司啊回馈地区内的中低收入户的基本费等。五，结语，本会转投资事业，除提供国军退出役官兵就业机会外，并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和谐注意良多。今后本会将持续提升会见人员之专业职能，并加强考核及办理啊廉政座谈等，以增进啊整体的经营效能，增加安置率，确保本会权益及永续经营。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支持，谢谢。好，谢谢主任委员，这边需要补充吗？不用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询答哈。那原例本会委员是10+2分钟，那列席委员是8+2分钟，在10:30的时候呢发言登记截止。我们先请第一位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诸位？主委长，现在外界对于辅导会所转投这些事业单位，一直有个质疑，就质疑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酬庸、养老跟肥猫。那我们今天要质询的目的，就只要让你们去澄清、说明，你们对国家的贡献、对安置这些官士兵的贡献是很多的，所以今天是要帮助你去消除那些质疑，但是你的答案本身就会决定到底民众会怎么样看，到底是不是养老院还退休福利。你知不知道别的单位，包括财政部、经济部，对于他们建派也好或者遴选也好的这些所要到转投资事业单位有年龄的限制？是的，我们也有。我们几岁？我们也是在65岁就要退休，是我们的年龄比其他各部会来讲都规定的早。在管理办法里面有吗？有，就65岁就必须要离开公司了。那现在平均年龄大概多少？总市长还有经理级以上，大概知不知道？这个详细年纪我必须要。那补充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是应该会的，但是绝对是65岁。那平均在遴选的那个时候，他们年龄大概多少？经理人大概是40多岁哦。40多岁。对，不用到，不会到50、60以上。那董事长、总经理有可能到50几岁。本席要特别强调，你们给的资料都是非常笼统的资料，所以当委员或是相关人士要去做研究的时候、了解的时候，事实上很多资料是不完全的，就很难帮你们去把脉，到底问题在出在什么地方哈。先问一个问题好了，现在我们这个经理级上的人才或是这些管理人，他们现职的薪资跟他们退休前就退休的时候退休金的这个比例，大概是高还是低？高于退休金还是低于退休金？一般来讲啊，是应该是不低于他的退休金。不低就是高嘛。对，所以他并没有牺牲嘛，他基本上是高于他的退休金，虽然这退休金暂停嘛。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实在是高不多。所以我们需要资料啊。对，高不多是你说的啊，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牺牲啦，他基本上就是领，虽然退休金暂停了，可他领的金额事实上高于或至少不低于那个所谓他原来应该领的退休金嘛，至于实际的高多少，请部长，请那个主委这边提供资料给我们。可以的。好，我们要了解到底高于多少，到底是肥猫，因为还是所谓的养老福利？因为他的这个资金的，他薪资的这个部分哈，我们会提供您一个，还有他的奖金的部分，如果有的话，这一起并计，就提供您一个 range 了。但是就说，因为基于个资法的关系哈，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对个资法就是很多意见。你们之前有没有要求各单位？他们转投资还有相关持股的东乡资讯的时候，你们通通回来都说他们基于公司治理，然后通通不提供资料。可是我们是主管单位，我们自己投资单位应该有这个资料啊，都不提供的。因为这个资料来讲，我想请我们的这个法规会的这个
没关系啊，我现在讲就是说，你们很多都是用所谓个资法，然后通通资料都不提供。不是这个是资料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必须要遵守法令，倒不是说我们说。那你们自己有没有资料？你们自己有没有资料？我们可以，对，你可以要求我们窃劫啊，或者用什么方式啊？报告委员，那个我们的会见经理人哈，我们事实上他们有义务对我们提供他的信息，没有错啊，但只是不让立委知道而已嘛。不是，但是因为啊，基于使用目的，我们无法提供给第三者去的做使用。可是为监督的理由或监督的需要，立委不能拿吗？我们会，所以我们会依照连国安部、国安机密都会让我们看的，我们会给您一个 range 哈，一个 range， 就大概啊，他的薪资落在什么样的集聚当中，这我们可以提供的。我们希望更详细一点。是是，我们会再继续要求。是，谢谢委员。在你们报告里面提到一个所谓安置率。35.74 是怎么算出来？你们今天讲的退休官士兵是什么？还有眷属？对，我们的安置率的算法是依照我们的持股比例，然后在公司里面哦占有到底没有？我现在讲的官士兵，你这边讲的退役的官士兵是什么？士官？志愿役、农民，还是自由义务役？都是大部分都是志愿役的官士退役，还有就是农民或农眷，请这个比例出来。是。你们这个非常笼统的一个，然后眷属呢？眷属也有包括在里面，比例多少？比例我们另外再详细这个提供给委员。眷属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是官的眷属为主，士的背景为主，还是兵的眷属为主？不一定，有可能是官，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士官，但是这个请提供资料。是的，是的，因为外面很多种讲法，是说是高官的儿子、高官的眷属才有机会到相关的单位去担任工作。就是你们要去厘清的地方嘛，是是，不是靠关系，是我们希望照顾的是基层的士官兵，是不是高层的，谁有关系？那另外你们安置有没有办法？有一个作业办法，有对不对？有没有提供给我们？没有，这我会后都可以提供给委员。有没有照办法来做？这是我们要查的东西。是的，是的，我们都一定会照相关办法来执行的。OK， 我们谈经营绩效好了，我先问一下主委。就你的了解，一个垄断或寡占的事业，它的经营绩效的指标是什么？因为我们会里面啊，也没有垄断，也没有独占。怎么会没有垄断？你们在很多地方的瓦斯公司都是垄断啦、啊，这个我们的独占啦、啊。我们的天然气也从来就不是垄断，寡占了、啊，寡占怎么不是寡占？是不是寡占？我想做公平会有这个长官在这个地方哈，可以来解释，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个特许的行业，任何人都可以，应该都可以参与啊。对，但是就你们的市场规模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多是寡占的规模了，或至少是部分垄断的规模了。是，我请我们事业处来跟你说一下。鲍委员啊，根据这个经济学的定律啊，所谓的寡占市场是必须在一个特殊的市场区隔里面，少数的厂商啊，它销售性质相近或相同的商品，彼此形成竞争关系，这叫寡占。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天然气业啊，这个现象它有三个客观的限制。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资本密集，我不用跟你去争吵什么叫寡占垄断。我现在讲说，你们绩效的指标是什么？我们绩效指标是获利，就获利、啊、安置，获利跟安置嘛，对不对？是的，就是你的获利率跟安置率嘛。是的，是的，哪一个比较重要？都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获利，就没办法安置。对，那我问一下，你现在告诉我你们的获利率就是一个笼统的东西，平均报酬率嘛？各个公司个别的获利率有嘛？对不对？有。好，你们刚刚跟我讲说每个月会开一次所谓的投资的管理的，我们每一季会开这个，每一季还每个月，每一季开一次。是的。有没有做出任何新的调整，或是任何重大的这种投资项目的调整？报告委员，我们在每一年的季末哈，我们会针对次年，我们会跟各公司啊给他定一个营业目标跟获利目标，好，用这个来考成我们的所有的会见经理人。好，我先问一下。你们最高获利率的是哪家公司？我们最高获利率的应该是我们新章嘛，新章嘛，新泰，对，是持股比例多少？持股比例新章我们大概是34%左右，34%嘛，对。然后那个新中嘛，40%嘛，是，对不对？对。你们这个获利率的比例吧，对不对？当新章获利率高达将近70%的时候。你们在过去有没有任何调整过，说要增加他的持股的比例？因为你现在只有34%啊，有没有做过任何的讨论过？那你们管理会议在干嘛？股票买卖是要增加持股比例啊，如果获利率那么高的话，这不是公开买卖。这个增加持股比例啊，事实上都要经过一个很严审的一个程序。我知道了，不然你们管理会议在管理什么？
投资管理在管理什么？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买也要有人卖。我知道啊，我现在讲就是说，当你那你管理会议有没有结论啊？结论要做什么？主要什么样结论？主要都是针对公司的获利状况跟营运的状况，以及啊有没有贯彻我们安置政策？我们那你们管做那你们投资的比例会不会做调整？有没有做这样结论？投资比例的调整，我们基本上每年我们安置基金都编1亿元啊，作为啊增资的准备，但是要配合第一个公司的营运状况，第二个到底我现在问的就是有没有做过任何重大的调整？想卖我们才能买，对，有没有做过调整嘛？有没有做过调整？就是个别公司我们都有一些微幅调整，配合啊，好，获利率最低是什么？获利率最低是哪一家？获利率最低其实除了赔钱的以外，除了赔钱的，大概获利率最低的。应该是啊，客运公司，新兴大众，新兴大众也是获利较低的其中之一，还有新兴客运嘛，对，你们做了检讨没有？做过检讨，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啊，现在目前啊，因为捷运系统发达之后啊，整个公车路线被挤压，那所以说啊，第二个就是随着油价调整跟那、啊、车子的替换，所以说公司的营运呢、啊、都大幅的下降。那只是这家各单别公司，但你知道其他公司也在赚钱啊，甚至获利率比你更高啊。你们做，我跟委员报，我们做过同业之间的比较，我们并没有特别低，我们大概在平均中间值左右。有没有一个目标？希望它的成长目标？有，我们都会每年定那个营业目标来激励公司。是，该提到了，安置率跟获利率是一个很重要，你们的重要工作目标嘛。安置率的部分，你刚才给我个龙头说37%，对不对？对。但是有些公司的安置率是偏低的哦。报告委员，是有些公司偏低。那你们要做任何的调整没有？我跟您报告，这所有的安置率偏低的，其中有4家公司都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派出会见经理人进去，没办法参与公司决策。那怎么办？改进。那我们呢，就在每次的董事会当中，由我们会见的董事啊，在会中提出要求，请公司一定要加强安置率。那他不配合你怎么办？他配合，他现在一定要都找了专人来跟我们各地农夫处取得联系。遇有我们退伍军人的职缺，对吧？遇有公司职缺，他主动通知我们这些退伍军人，希望能够这样子、啊、来增高我们的、提升我们的安置率。所以你那会内是有设定一个目标，有当低于所谓多少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主动积极。低于大院的那个决议案，1997年决议案，必须要、持股的那个70%，不能70%嘛，对不对？是的，是的。现在有几家公司低于70%的？现在有低于持股率的，总共有9家。九家，那低于持股率7%的有几家？报告低于持股率7%的，我要算一下，算一下是。简单讲，就是说安置率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你们退伍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了。安置基金不是就要赚钱而已了？是的，重点是要照顾我们的退役的士官兵嘛，对不对？是的，是的。好，考评跟奖惩机制，我问一下，不是的比例有没有？不是的，有我们曾经呢，因为有几种方式啊，我们解除了评论，包括请把过去几年来是你们做的考评相关的是不适任淘汰的是比例是还有原因，好整理个资料给我们是可以。另外一个历年奖惩占的比例的名单或是比例也给我们，是的。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对你这个报告，我觉得非常的笼统。很多我觉得能够看出公司治理也好，看出你们辅导会对于整个转投资事业的监督的能量部分，在这个资料你们都看不到。你们只不过把你的这个管理办法、作业要点还有考核办法重新再念一次而已。我们要看的是实际的情况。报告委员，真正要深入公司，必须针对公司的四大报表做详细的分析。但是我们现在只就我们管理问题，我不是要就公司本身的管理治理。我现在讲我们辅导会的角色跟任务，是的，就获利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部分要做特别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调查，是的。所以请把相关的资料，我刚才提到部分，通通提给我们做参考。是，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可能还会要求再做报告。谢谢委员，是，谢谢主席，谢谢。谢谢。好，那第二位我们请高露以用。委员，谢谢主席。有请董主委。委员好。主委早，请问一下主委，退辅会在花莲有多少土地？有关土地这个部分，我们请我们在请事业管理处处长来给你说明。谢谢委员，我是事业管理处长。花莲有多少土地？
好，请问一下，退府会在花莲有多少公顷土地？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花东地区总共有3300多公顷的土地。花东有3300多公顷，那包含转投资呢？转投资有没有？没有，转投资没有3300。可是我这里的资料，光是花莲农场有5100多笔。那是笔数，不是公顷。5100多公顷，不好意思。没有，是3300多。我跟委员过去的资料有5000多。过去资料可能陆续有，因为缴回了，或是其他公益过用了。是缴回还是贱卖啊？没有贱卖，我们的所有的基金土地跟公屋土地都是不能的，都没有买卖的。很好，那我在这里再问一下，请问一下，我们小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有一个说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耕者有其田，是好这样的一个政策，请问一下原住民获利受惠的有多少？原住民受惠的可能要去查统计资料，但是当初这个办法最主要是针对退出去官兵啊，去农场里面垦园或是厂园来做的。好，这些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了解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耕者有其田是为了安置我们的荣民北北吗？不是，我指的是我们的安置基金的土地跟我们当初开发的土地，而不是指全国所有土地。很好，那我再问一下，你们现在耕者有其田在花莲3000多公顷的土地，好，请问一下是不是从原住民族的土地中拿到的？不是，我们都是国家的土地，我们现在的土地有两种。你们都是国家的土地，很好，我再问一下，原民会在他的网站上已经公告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上网啊？报告委员，这一部分我跟你报告，其实这部分他在报告里面当中他已经讲到在花莲几乎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请问一下我这样陈述的事实你们认不认同？报告委员，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有配合原住民委员会这个彰化边土地，我们现在正在共同执行这个事情。现在在共同执行这件事情。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再陈述一下过去的历史，是不是从原住民的手中去拿到这个土地去办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个我没办法回答，这应该国产署来跟您做回答。好，很好，我再接下来再问一个东西，就是在本席在上个月看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土地贩售的广告，那有族人在反映，就是说这个土地是他在1960年的时候的市耕地，但是被退府会拿去贩售，他们非常的生气。好，我就以这个案例来看，花莲丰碧乡行政院退府会泰来农场，其中农地有5000坪，只卖800万，另外再赠送45坪的建地。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作为是不是在贱卖土地？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金管的土地，国有土地或是基金土地，我们都不会有买卖行为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早期放领的人员，令他化为私人之后的买卖，但是详细我们要去细查。好，那请给主席，请给本席一份报告。就是我们。好，再来我要问一下，报告委员，您叫我们给您什么报告？这个去查一下，这不是你们的吗？我们的土地啊，国有土地，我们一定是还给国有财产。现在要厘清一件事情，不会，我们不会卖。因为这里写的就是行政院退府会泰来农场的土地嘛，那你们要举证，这不是你们做的事情。再接下来，本席要问一件事情，请问一下，退府会主要的业务是什么？退府会主要业务是，我们的主要业务啊是辅导与服务我们所有的退出役官兵。然后这退出役官兵是属于我们辅导条例里面所列出来的。了解。那根据我手上的统计资料，退府会业务下所要照顾的就业劳动比例不到国家劳动总人口的1%，事实上只有0.16%。可是我从104年的预算来看，居然就占了国家总预算的6.5%，甚至比劳动主管机关劳动部的6.3%还多出30亿。请问一下，你们是拿人民的钱在干什么？我们学业医养、就医就学、就业就养，我们都在做。我想在我们的业务报告里面啊，都说得很详细。那我们会把会后把我们业务报告啊，也再给再来，我再问一下。退府会其实在全盛时期，你们旗下有100多个子公司，是这样子吗？应该也没有。我们现在主要的公司有投资转投资公司有27家。27家。是的。那请问一下，当时在农业停滞的时候，是不是拿土地作为一个盈利抛售的工具？没有，报告委员，没有这么没有这个事，没有这回事。是。好，那请你拿出证明。好，再来。没有
卖，我们没有要怎么拿出证明报备。好，再来我们再问一下，我们公务土地都不会买卖的，我就特别再次跟委员重申，自始至终，对，都是，我们说基金土地或是公务土地、公有土地都不会买卖，没有财产去买。那请问一下，你如果没有买卖的话，请问这个土地是作为拿来什么？我刚才也跟委员报告，可能是民国1978年到1991年期间，针对厂员跟垦员的放领，放领之后，人地就变成私有个人持有地，持有地之后，他就可以自由买卖。你只讲的可能是这一部分，但是公有土地跟基金土地绝对不会买卖，我再次跟您报告。很好，好，再来，现在从过去那个耕者有其田像这样的一个占定的占地的原因已经是没有了嘛？请问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土地3000多公顷，什么时候要还给原住民族？我们现在都是依公务需求来使用，那整个我们就要配合行政院的政策之后，我们再来做配合。是。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其实原本的土地就是原住民族的嘛。报员，我没有这样说，我只认为现在我们的公务土地，我们就善尽管理职责。善尽管理职责 是吗？很好，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既然刚刚罗委员有质询说你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厘清到底是不是酬庸养老跟肥猫嘛，我们厘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借重他们的管理经验来啊帮我们经营公司。借重谁的管理经验？借重我们这些会见高阶经理人，国防部推荐这些人员。国防部推他不是本来就是军人吗？他是军人。那请问一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呢？报告委员，他每个转任的军人都至少20年到30年以上的实际的管理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我跟委员报告，在历次的天灾跟重大灾害第一线的一定都是我们军方的指挥官来做，那个救灾指挥官。现在讲的就是你底下的子公司的经理人吗？是。好，我可以这样子再问一下吗？如果是说刚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厘清，而且呢，本席也认为退辅会本来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认为退出的军职的辅导的业务本来就要回归于国防部，这样子才能整体去考量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的一个功能，而且能够拔除像这样一个肥猫的疑虑。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今天如果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整体上土地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可不可以去清查一下在这里面到底哪几笔可不可以拿出来是已经在征划边的土地，那什么时候要归还？再来，可不可以立即的停止像这样的一个有关于在5月20号之前先把这些的作业先暂停。报告委员，我跟您报告哈，那个您刚才提到彰化边土地，目前大概出库有20几公顷，这部分的资料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就是我们配合原住民一起在做彰化边土地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好，那就提供这个资料给。是的，谢谢。谢谢，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蔡适应蔡委员。主席，能不能请我们退辅会主委？来，主委早安哈。好，我想是这样子哈，这个上一次哈，我在这里就教育我们这个主委的时候，曾经提过关于我们这个一些投资的几个公司的营运绩效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委员会也特别安排今天的一个报告哈。当时我有询问过你有两个公司是让我觉得有点讶异的，非专业经营啊，绩效下降啊。为什么这样讲哦？目前我们想主委也承认，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两间公司，一个叫欧兴环保公司嘛，对不对哦？我再问的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委哦，想说看你或者你的处长对的欧兴环保到底了不了解哦？第一个，他大概在什么时候成立的？是。欧信环保是95年成立的，95年成立的嘛，哈。那资本额大概多少钱？
3亿4千多万原始的投资资本，原始3亿4千多万哦。那退府会投资多少？我们是29%，初期是40%，后来因为没有增加那个没有参与那个增资，我们现在的股权大概29%，所以才出了1亿多就对了嘛，是的，对不对？好，出1亿多好。那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跟我像说的内容说，因为你们这个废弃物处理中心在台南的工业区一直没有完成嘛，所以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营过。他不是在工业区没有完成，他是跟台南市政府申请，台南市的基于啊附近民意的抗争，所以一直沒，所以要求，哎，对，是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嘛。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到目前为止，你们他年亏损没有营运过嘛，对不对？是。你们有没有算过他的累积亏损金额大概多少了？累计亏损是平均每年差不多到达1200万左右，所以9年1亿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大概1/3的资本额都被吃掉了嘛。好，是。那当时你们有告诉我说，他们未来你们有做一个未来计划的一个改变嘛？哈，对，你们现在的计划，我们未来就是要撤资，是撤资还是公司要结束？撤资，我们要办理撤资，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奉行政院同意的。我知道啊，那行政院是什么时候同意的？103年同意的。103年同意的吗？102年十月同意，102年嘛，啊，现在是几年了？现在105年，但是中间有些程序要走。现在目前的做法，我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正在对公司啊做整体的资产建价。那我想请教一下，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资产建价什么时候开始做的？资产建价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做了，因为我知道预计要半年的时间。你们当时是告诉我说，去年12月就已经开始在开启动这个计划，启动资产建价嘛？好，是的，资产建价，你们现在委托哪一家公司做？哦，我们有委托2家建价公司，一家是宏大那个建价公司，一家是华兴。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你建价要建价什么东西啊？建价就是建价所有的那个有形资产，有形资产，然后固定资产。那你要撤资的话，我想请教你哈，你的撤资要撤给谁啊？撤资撤回那个是基金预算。不是啦，我当然知道，我就说你要撤资嘛，公司要把錢給，我们会公开标售。这是我们公开标售，你们要公开标售你们的股份嘛？是股权。所以你现在的状况是说，第一个你要先确认你现有29%的股权还值多少钱嘛？是的，你一直要做这件事情嘛？是的。那这家公司现在净值多少？你们知道吗？报告净值详细，我要去详细查一下。你也不知道嘛？是。所以你们预计在今年的6月会完成资产的建价，6月之后会怎么处理？就是我们就是开始把股权呢公开标售，要公开标售嘛，对不对？所以预计什么时候要开始办理公开标售？大概是正常的话，应该是6到9月会完成建价，然后开过经过还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再报请相关单位全责同意之后，我们就开始啊走公开建价。照你这样讲，又要再搞1年了。大概今年内能完成，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内完成，好，那麻烦我们的处长哈，把你们这个工作时程表。欧新环保的部分的工作时程表拿一份给我，是的，过来 ，Daily A， 为什么要这边一个资料给你参考哦？我本来以为你们是要把公司解散掉了，那如果你们只是要撤资就没有这个问题。好，再来，国华海洋哦，哪一年成立的？52年，到现在也蛮久的一段时间了嘛。是的，大概最近这几年就在亏损嘛，对不对？亏损是的。对，你们有没有算过它大概累积亏损大概多少钱呢？委员是指从民国几年开始的累积亏损，就是从它整体开始算起来，比如说哪一年开始亏损的，在100年左右，大概是最近4年来大概累计亏损达到1亿多元，达1亿多了嘛，是。那你们这个案子，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跟委员报告基于这个样子，我们去年其实对国华海洋公司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转型工程，包括第一个，我们把龙邦一号的这艘唯一的船处理掉了。第二个呢，我们缩小了整个公司的营运规模。第三个呢，我们叫公司啊，现在代理董事长啊，在思考公司如何转型，重新转型。我想问一下哈，这一间公司退府会投资比例多少？49，大概几乎就是退府会的公司了嘛，对不对？好，那刚才你讲了老半天，国华海洋公司的营运啊，是。你把船卖掉之后，它的营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营运？所以说我们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在思考它如何在转型。所以它现在营运是零。现在整个远洋渔业是不景气。所以它现在营运是零嘛，对不对？现在营运目前为止是在做转型跟那个准备当中。所以是营运是零，没错。没有营运零，它还有一些收入。它什么收入？就是不动产的那个租金收入。它现在还有不动产租金收入。是。它的不动产在哪里？所以它现在没有亏损的，它现在在中孝东路还有一个房地产。在出租，所以高雄也有一栋大楼在出租，所以现在他现在变包租公就对了。不是包租公，他现在准备在转型状态。对啊，你们那个公司里面多少人呢？现在只有正式员工只有1个人，
其他的公司的正式员工就一个人，一个人，然后董事长是我们那个其他的公司。那照你这样讲，如果这间公司只当包租公的话，也会赚钱啊？不是，所以我跟你委员报，我就是要我就是说，假设你的这个转型失败啊，想不出什么。什么做法的话，至少目前状态他不亏损的，他不会亏损。是的，他没有亏损。那这样的话，我会建议吼，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转型计划？转型计划，因为要整个考虑到国内外的整个市场环境，我知道啊，所以我想所以说要至于经营什么，必须给公司一段时间去做整体的规划。啊、所以你们这个包括寻求专业的企业顾问公司、啊。我了解嘛？你讲的这些东西，你们做了哪件事情了？我们现在都同步在做。做了哪一件事情？你委托了吗？没有委托，我们现在有董事长正在啊，是求寻求国内各种投资机会。那、啊、你们董事长现在寻求，你有没有做出了哪几件事情出来？你讲了老半天，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你讲的很好听。第一个做了哪几件事？比如说跟哪一家公司签订了委托顾问啊，还是什么的，有吗？现在目前啊，都还在全部都没有嘛，接洽还在就是在思考而已嘛，对，还在思考接洽当中。那我问你啊，他亏损几年了？他，我跟委员报告，从今年开始他就转亏为盈，他没有亏损了。我的意思是说，去年就把那条船卖掉了嘛？是的，他亏损所以他的主要工作就已经结束了嘛？是的，你船卖掉还有办法经营吗？不行了嘛？你去年什么时候把船卖掉的？去年十月了哈。对啊，所以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半年来，你告诉我你们还在想嘛？那你们把船卖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家公司要做什么事情嘛？同样的道理哈，麻烦我们的这个处长这边哈，你也给我一份关于国华海洋。该公司未来的营运方向跟目标，是的，你也请你们董事长做一篇作文出来、哦、是是，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听你这样讲六个月的时间，大概就没在做事情了哈、哦。后来为什么这样讲哈、哦？谈到转型正义哈、哦，我们曾经跟你要求，请你提供一份资料给我们，关于就是说这个退辅会所投资的公司里面有国民党投资的部分相关的持股嘛，对不对？你们是否回文来了？有，你们的回文你们觉得满意吗？你们的回文写这些东西啊？好、哦，我把你还说是密件呐，我就把重要都删掉了啦哈。我全部内容都是一公开资讯观测站网页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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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然就是据公司表示不要。啊，这是处长你管的嘛，对不对？对，是我也管的。啊，你觉得这个回答好？报告委员，我跟您报告哈，正于我们哈会见的董事对于公司里面，他是可以去调阅跟了解资料，但是他不能。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转给第三方，这是会妨碍，这触犯了营业秘密法。啊、我们公司法的210条里面对这个也有规定的很详细。啊，他不是退辅会管的吗？他不是，我们只是参与转投资而已。哎，休战呢？当属六零牌呢？是啊，我们、那这样我们是不是？那我们可以那个吗？哎，报告主席，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到时候我们就要求开一个秘密会议，怎么样？这你可以提了，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是这样，报告委员，我是不是请我们法规会的参事啊，从法理的观念来跟您做报告？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提供，因为我知道说，如果退辅会也尽量不要以个资法等等法律对啊，这哪有问题？那监督，那我们就成立调阅小组好了，一样好不好？那我们就成立调阅小组。等一下我会提一个案子，我们就提调阅小组，请你提供完整的资料，因为就刚才。朱威讲的，其实我是很赞成朱威所说的内容。其实基本上要调是调得到，只是你们担心各自的问题嘛。好，那我们为了解决各自相关的问题哈，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我到时候会提案，我们来成立调阅小组，请我们退辅会就我们之前询问的部分提供更详细完整的资料。我想转型正义对退辅会是个好事啊，哦，让你们赢得正义的一个名声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哈，我为什么讲说是退辅的退辅会哦？退辅会，人家的你们做法是要办理国军退出官兵的辅导业务嘛，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也在辅导你们的退辅会的处长谋更好的职务啊？有没有这个状况？我想我们的所有的业务啊，都是按照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哈？来，我给你看一个资料哈，这个是我们所有退辅会啊转投资过去之后，这些董事长领的薪水啊，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他们的最后一个工作哈，如果是国防部的哈，薪水他给几点嘛？如果最后一个工作是退辅会的，我还不错哎，薪水都比较高哎。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代表说有在退辅会绕过一圈的人，这个未来在安排所有的公司里面啊，薪资都比较好啊？
这是你们给我的资料啊，鲍委员，那个薪资的高低哦，要看啊个别公司的营运状况。我当然知道，你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你会回答我这样子。而且他的薪水都经过董事会啊，我都知道吧？那为什么你们退辅会自己派的处长、副秘书长去的公司都卡后啊，薪水他管？这个可能是各个我们国防部的特别国防啊，就刚好就这样子啊，很好巧哎、欸，我也觉得很巧啊，为什么这么巧、啊？我就跟您报告，就是还是要看个别公司的。我当然知道你讲这个我都懂，我只知道你会这样回答，我就说很巧了，为什么是？你们自己派去的公司，感觉起来薪水都比较高哎、欸。这是你们给我的资料，这可不是我自己掰的、啊。主委，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很巧，对不对？是蛮巧的嘛，处长，很巧啊。我们并没有特别规范哪一家公司是由谁来派啊。没有，我当然你没有这样讲，我知道嘛。我也知道你会回答我说营运绩效考量，我都知道你会这样回答。只是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表格里面，你会觉得很巧，还是你觉得不巧？要么就是刻意的，要么就是非刻意嘛，对不对？刻意就是不行嘛，对不对？是非刻意，非刻意就是很巧嘛。是，那很巧怎么办？我就跟你报告，他的薪资他是会做调整，要看公司的营运。很巧、啊，公司亏钱，他就薪资就要让大家对。那我也知道，那为什么刚好退辅会你们的处长、副秘书长去的都很巧，都还去一些营绩效比较好的公司？还是说，处长你就告诉我说，因为带过你们退辅会的人吼，绝对没有管理能力都变强了，所以这些人派去的公司薪水都比较好。没有这个现象，没有这个现象，所以说，所以处长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派去的人跟国防部退休的人能力是一样的？不是，他至少啊，比其他人更了解我们怎么会员的状况。所以你就干脆告诉我，那你就告诉我说，待过退辅会的人能力都比国防部纯粹退伍的这些高阶主管能力好，所以他们去了这些公司，最后展现出他们的绩效比较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而是他们啊，比其他人更了解我们会里面的整个的目的的以及啊，我问你啊，你们的新湖、新兴水泥、桥龙投资这几家公司在你们会里面？有之前有过相关的业务推动吗？没有啊，都是去了之后才开始做的啊。不是，他至少了解我们的安置啊，以及我们相关的那个做法。所以你了解安置跟他这个绩效有什么关系啊？董事很多年了。报告委员，他们在派任之前啊，其实他们啊担任会见的董事都很多年，所以他们对公司的营运啊，以及啊如何经营公司啊，那不就是刚才我问你他们都很了解？那不就刚才我问你的嘛？是不是待过退辅会的？这一些将领有先转到退辅会的，之后派任过去之后，经营能力都比较强，所以相对反映出薪水。这一点我不敢这么主观的说啊，就是看起来，那我为什么问你这样子嘛？不然你这个部分麻烦你会后你也给我资料，为什么刚好都这么巧？我帮你们查，我也觉得很奇怪，本来还没注意耶，越看薪水越觉得奇怪啊，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退辅会派去的人哈，薪水都是比较低的那个部分哦，我还可以感觉说，是不是退辅会的这些高阶主管哦，是牺牲自己？哦，居然我们都派切这么多，可看起来没有啊。那没有，你告诉我的意思说，因为你们长期就在这些地方就有派驻当总监事，对这些公司了解，所以经营能力就比较好，所以他派过去之后，自然就把公司经营提升。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没有这个意思啊？我说我们派了董、啊，如果我是说我们的会见的这些，你如果讲没有这个意思，那你派去就是乱派了啦。哦、好啊，过来哈、哦，最后哈、哦，再给你一分钟了。好，再给我一分钟哈。哦另外齁他们的这个薪水的部分齁我再问一下最后齁处长你晓不晓得就是说主委你知不知道说你们这个薪水啊也有高有低嘛对不对 是的你认为他跟他原来的这个将官的退休金比起来是一样的还是多很多他可能会比较多了有可能比较少的吗目前为止我们并不了解但是有些公司营运状况不好有没有你也不知道吗有哪一个派去了董事长总经理说、哦、我可以现在牺牲我跟你本来我的退休梦一个月12万去剩9万但为了国家经营这个事业我愿意努力有人告诉你这句话吗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啊、他们有些退伍之前、啊、是中将或少将他们在国防部里的薪资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怎么会不知道、啊、不是退出一官辅导委员是管你们不是管这一块那个是国防部业管的他的、哦、那我问你啊 他们除了薪资之外是不是另外一个非薪资加级对不对？有这个奖金所得有奖金嘛？加奖金会比你的原来的高还原来的低？通常会高，但是看什么叫通常？你告诉我，你有例外才会叫通常，对，没有例外就是有还没有。公司啊，如果营运不佳的话，它就会比较少。我举个例子给您报告，像我们星云啊，星云公司在前几年它连连亏，因为921地震它连连亏损之后啊，它基本上的薪资是比它在军中待遇差很多的。新什么公司？蔡委员，抱歉，我们后面是不是用书面来去询答？你
你这个部分拿、啊、你的资料给我分享，他们原始的薪水多少钱？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那个退辅会、哦、不要再动辄用个资法出来规避监督、哦、大概整个八个委员会只有你们这样弄、哦、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招委刘世芳委员。谢谢。我先请教一下那个遴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还有所有的委员，是不是在座的这些处长，可不可以先上来一下？遴选委员会，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要处理的这个部分，只要是，请问主任委员是谁？副主任委员是谁？还有委员是谁？啊，甄审，你们叫甄审委员会，你们有个会见的遴选会见，只有三位吗？那我先从主任委员开始问起。主任委员，你在这个甄审委员会里面有没有推荐自己的人到我们的所谓转投资公司里面去任职？没有。好，那你请回座。副主任委员呢？没有。你也没有啊？另外一位副主任委员，金副主任委员。哦，没有。好，那处长，几位处长？我是主任秘书。主任秘书，你也没有哈、哦？好，那再来是杨处长是吗？我事业管理处长没有。我是顺便问一下，那。如果你退休以后，会不会自己直接跑到这个地方去当高阶经理人？我跟您报告，我目前没有这个规划，没有这个规划，我还是做好我本分的公务员。这样子啊，那退休就退休了是吗？哦，好，非常谢谢。再来，再来，请问您是？我是人事处处长。是，那您有没有举荐自己的人去这些相关的公司里面？没有，没有啊。谢谢你。好，再来一位。我是政风处处长。是。你有没有举荐呢？没有，没有哈。好，谢谢。好，各位在座的人都说没有了。好，那没有的话，我一定要举证有还是没有。来，请看下一个，主委，请你上台一下好吗？来，我们的遴选程序里面都有提到，你不管是一年前、半年前或者两个月前呐、啊，都有这些相关的甄审作业。那我们发现到呢，在所有的这些公司里面呢，很有趣。国防部呢所提出的名单呢，同样一天退休退役，哎，第二天马上就当董事长，怎么这么厉害呢？这些呢，包括了看到了新兴客运，好，还有包括我们看到了大南汽车、新兴大众，还有新农天然气，还有新桃天然气，还有新林天然气，还有好几位呢，就是我们退辅会自己的以前的处长。啊，秘书长，甚至呢，还有一些是副秘书长等等这些，那这些是怎么来的？报告委员，我跟您报告哈，其实我们整个甄选是有个程序的，就跟我刚才在业务报我当然知道甄选有程序，我现在要问你，程序上的时间有两个月前做决定，半年前要举荐，或者是一年前就要开始举荐，那为什么有的人，你看2003年1月1号退役，结果到任间就是6月1号，怎么那么快？哪那么快？还有这个新兴大众的2003年1月18退役，1月20马上去当董事长，有这么好的转投资哦，有这么好的在讨论那下你进，完全没有任何旋转门了。报告委员，国防部推荐来的时候的状态，他们都是还没有退伍。完全接受？不是，他们那个状态是他们个人还没有退伍。好，那我问你，国防部推荐你完全接受？我们没有，不要完全接受，我们要考虑公司的特质。你告诉我，退辅会的全名叫什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请问你辅导的都是官呢、欸？啊，兵到哪里去了？我们里面有没有所举荐的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是校自级的？有没有人是卫自级的？有没有人是士官长？有。为什么我们名单里面都没有呢？我们都有。我跟你报告。麻烦你把我提供一下好吗？有，这个会后我们提供给您，包括我们卫级士官都有担任经理或是科长以上。有多少人？我们详细比例上多少呢？比例上是比较低一点，因为毕竟他们的历练啊，跟学历是比较有相对性。奇怪，退出役官兵是官多还是兵多？兵多，我当然是兵多。那为什么当这些高阶经理人或经理人呢，都是官多呢？所以是不是变成是官官相护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到底是要辅导这些将军级以上的，每个层级每个的资深都比你还高，我们不需要去辅导，那马上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一个月领那么多的薪水，还比他原来的退俸还要多很多。就我所了解，几乎都多30%到50%以上。刚刚那个蔡世英委员已经提供了，怎么那么好呢？再加上如果有分红的话，那就更多。那结果我们很多外面的士官长，甚至只有校自级以下的
在外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职训，也没有其他的就业，我们的辅导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要更开放一点，是要更开放一点。这些人为什么马上就可以过去？他前一个职务还包括你看退辅会的服务照顾处的处长，我刚刚就提到了，各位在座的只要担任委员几乎都没有，也不想去，可是为什么偏偏就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退辅会的处长，然后去转任，这些都是董事长跟总经理呢？要回答他讲。主委，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委员报告哈，你讲说是不是人事色彩太重？当然不是这样，这因为我们是在从半年一前一年开缺出来之后，半年我们当然知道，然后经过两个月的程序之后核定，我们还要报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核定他哪一天转任。有当然会有，外面的这个人士啊，如果你要去应征当董事长跟总经理啊，难道你不用面试吗？我们当然，那为什么主任一定会请他？然后我们会跟这些人。您退下来的时候，你是什么军阶？我是上将退下来的。你是上将退下来，所以这些人是中将以下，都是比你低阶，所以你可以去 interview 他们。那我们这些处长呢？他是什么军阶？这个跟他的军阶无关，而是跟他的职务有关。跟军阶无关，那为什么他中将退伍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去当总经理？委员，您让我把话讲完。好，请说。如果说，比如讲说，我们在两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评审会，评审出来之后，我们在报行政院，报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告诉他说，这个人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在按照他准备要去就任的那一天之前，他办理退伍。所以说他办理退伍之后，你会看到说啊，为什么第二天他就上任去了？是因为行政院已经核定说他这个工作可以做了，那我们会再报给这个公司的董事会，请董事会，我们处长还要去拜访各个董事们，因为要董事会同意，谢谢他才可以去做。你们觉得程序上都做得非常的完满，那所以退辅会报到行政院去的名单从来没有被删除过，对不对？有被删除过，是什么原因被删除掉？那行政院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并不了解。尤其像我在就任之前，我们新兴大众的总经理就曾经有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事实上，因为行政院有他自己的权责，还有他们自己的评审。那这个是行政院的权责，对。所以你并不知道。那在我就任之前的事情。就任之前，你有没有去查嘛？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呢，在我们的退辅会里面有两种基金，一个是安置基金，一个是医疗基金。是，请问现在安置基金是亏还是没有亏？都是赚的，都是赚钱。对。那请问一下，安置基金在里面有曾经去辅导我们现在已经退除役的兵吗？士官吗？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辅导对象啊是长期服役的志愿役军人。他服务十年之后啊，我们基本上他不会有兵。你告诉我有没有辅导就好，我知道你们要辅导的对象。没有这个对象里面就没有兵。是空的嘛，所以没有嘛。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也感谢大院啊，我们通过了4到9年的这个来讲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这样做了。那我们的救养里面来讲的话，救养里面有兵。请你给我这些比例人数好吗？还有安置基金用了多少钱？还有包括医疗基金，因为在很多荣民总医院的系统里面，也陆续传出他们这些高阶的高级的医师会觉得说，我们的退辅会也随便安插他们认为不适任的人过去，而且他们现在是在役，还不是退役，所以你们给我们的资料里面是有黑数的。好，我需要再查明清楚。来，主委，你认识一位朋友？姓刘，叫刘礼正吗？我认识。他是谁？刘礼正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是你办公室的同事，他已经退休或是退役或是离职了吗？离职了。已经离职，他现在在哪里？我请事业管理处来回答。报告委员，他现在在新加公司担任经理。啊，他原来是什么身份？他原来是我们那个。主委办公室的专员哦，董主委办公室的专员，也就是董主委办公室的机要，对不对？他不是机要，他是专员。对，他是办公室的专员。是机要，那算不算机要？算。那他在退职或离职之前，他的军阶是什么？中校。怎么那么奇怪？一个中校就可以直接到新加石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当管理部的经理，而且呢，董主委在他的脸书上面。还是要感谢胡旭丽同学及前任老板的照顾，
换个不同的工作环境，希望能够不负所托。请问一下，这符合哪一种遴选？符合哪一种会见的程序？符合哪一种我们在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里面要辅导这些退厨役的官兵的程序？还是因为他是你董主委的爱将，他就是你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可以等一下，你听我讲完。他的异动登记时间是105年1月1号，现在是105年，距离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怎么那么好，那么厉害？报委员怎么那么强？你是不是让我们把话讲完？因为这件事情，您这样子的讲话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几乎是有点污蔑了。那我请我们处长把这个整个他甄选的程序啊，向您做报告，然后您再来看这样做甄选的程序做报告。对。对，我把这个过程啊跟委员做个报告。其实这个过程是在104年9月的时候呢，新加公司就来函说他们需要一位懂得人事管理、总务采购及啊物料仓储的这些能力的人来当他们的经理。那这个部分来了之后呢，我们在隔月10月9号发函给国防部，以及我们刚才有报告，我们公告到我农务处去，希望退伍的官兵有具备这些职能跟证照的，大家来报考。完了之后呢，11月5号。有几位来报考？有三位来报考。是的，结果他的积分最高。这我跟你报告，我们11月5号啊，由我们主任秘书啊组成一个甄选委员会。好，主任秘书请上来。主任秘书，请告诉我，为什么三个人来报考，他的分数最高？董主委在这件时间里面有没有打电话给你，请你关照一下，因为这是他的爱将。报告委员，这个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的分数积分最高？因为我们就三个人，就他的以前的经验，他所取得的一些证照，包括他一些资料，我们做三个人做一些评比。嗯，那他同时具有这个人事，也有采购方面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完备。所以他的分数是几分？是，他的分数是几分？我现在不记得他多少分了。好，那另外两位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入选？因为最主要的，我们要马上要上线，要做事，要领导啊。那他居然有证照，这就是一个优势嘛？不，另外两，我是问你，另外两个人的分数呢？分数我不太记得了。哦，比较低就对了。对，是当然。所以这件整一件最后的核定是由您主任秘书这边同意的。我们只是评一个分数出来。哦，这样子哈、哦。对，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可以问一下，我们都知道优秀的人才是内举不避亲的、啊。你觉得这个算不算内举？为什么外面的人会把很多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转投资机构，包括高阶经理人，都认为说有肥猫或是仇庸，就是因为你们在甄选的过程当中不够公开嘛，然后没有让社会大众适宜嘛。就算你的网络你有开放给外面一般的，只要他是符合退厨役官兵的资格吗？报告程序也未必嘛。这个我们所有的程序上面，刚刚也跟委员报告，我们会透过荣福处去公告完毕以后，请他们推荐，这些程序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是我们说哪些荣福处也没有限制。荣福处的公告有放在网站上面吗？给所有的人，符合资格的人，没错。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位刘礼正先生在我们的人事评比里面可以获选的相关的这些会议资料提供给本席参考好吗？可以，好。那另外就是也麻烦一下，就是请退伍会提供安置基金还有我们医疗基金现在的使用状况还有比例。另外同时我要要求一下，在你们的报告里面呢，就是你们的安置比例只有5%，表示另外的95%呢是有状况，没有在我们的辅导或者安置或者照顾的范围。不是，其他的都是我们中低阶的那些官兵，都是校级以下的官兵，占了绝大的多数。是处长，我就在跟您报告，我们认为现在要照顾的，其实不容易找到工作的，需要就业的，不管是职训，或者是需要照顾，或是叫他们就学的，甚至就医的，应该是以校自己以下为主，而不是校自己以上，对对对对，好吗？是的，是的。所以您帮我提供另外的95%，大概是什么状况？好，提供给本席。我刚才有跟您特别报告，校级以下其实占我们97.3%，这一部分我提供给委员。好，谢谢你，谢谢。好，请回座哈。那我们请赵伟回来主持吧。好，再来我们请王定宇王委员。
行。好，谢谢主席，麻烦我们主委。好，麻烦主委。对，董主委，我接着问了哈，这样听起来你们在遴选你们所属事业机关高阶的，我今天不跟你讨论低阶，我们就副总以上、总经理、副董、董事长，你们有个遴选办法，有个会见的遴选委员会，有个半年前的这个作业，你该都报告完了。我还是一个好奇哈，我发现你们这个会非常的用心在衔接上，你们在所有的董高阶的经理人到就是总经理、副总、董事长、副董，有50%都退休的那一天刚好就得到新的工作，有70%在2个礼拜以内他得到工作。鲍委员，我跟你报告，刚才我其实我们主委已经跟委员报告过，就是我们因为必须不，我们因为必须经过行政院核定之后，我这个我讲过，不要再重复了。对，我现在告诉你是刚好这个人退伍的时间跟这个公司出缺的时间同一天，70%。前一年就通知，对，因为前一年就开缺，刚好准备你们作业时间。那你们找的人都找那个准备要退伍的人？没有，不是准备要退伍，70%几乎都退伍当天或2周内都得到新的工作、啊。哦，不是，那是我跟你报告说，我们必须当事人确定、行政院核定，他才开始办退伍，所以才会形成衔接。他办退伍的同时，也想说。哎，那边有个董事长也出缺，我来做一下吧。不是，因为要先作业这个事情，经过行政院同意。你们遴选出来的结果，70%的人都在退伍的当下2周内转换到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这是结果论嘛？事实是这样子嘛？全因为全台湾所有的公司已经通知说这个人要去接那个职务了，他才办退伍。所以已退的人，国防部推荐也没有民间的人。这些管理的常才，这些处长都非常的优秀，就只有他们来兼任这工作。你这个数字，你没办法说服一般人。鲍委员，这个叫自肥啊！鲍委员，其实哈，我们不是说国防部推荐过来我们就采纳了，我们会按照公司形态。我举个例跟您报告，我们原那个新兴大众百货公司总经理出去的时候，国防部推荐人，我们认为都不适用，所以我们就对外征才。我们现在的总经理呢，就是业界啊，我们在统计上哈，一个特例哈，我基本上是删掉的啦。你为什么老是拿一个特例来跟我讲呢？你为什么没有70%都是外部优秀的人才？那我们有2、3位优秀的将领退伍之后，他担任董事，那我来刁难你，那是我无理。70%啊，70%啊，你举一个特例，你要推翻70%，那什么道理？接下来我要问你，你知道吗？你刚才我们好像是蔡委员还是这个罗委员在问你们说平均的年龄，又好巧哎。高阶的副总、总经理、董事长、副董，56%是60岁以上的将领担任。他退伍了，他领了终身俸了，他太优秀了。我们转过来，不止退休当天就有工作，而且56%是60岁以上。不会，应该不会有60岁。这个数字根据你们经验推算出来的，不是56%以上啊？你们在2010到2013年10月底，应该是他在职的。平均年龄，而不是说他转任的平均年龄。他这个年纪就60岁以上嘛，我们就把他推出来嘛。因为啊，我们在讲哈，对于中将以下的来说，他不会干到60岁的，因为60岁他就任之后累积到的年纪。好，我接着讲吧。然后30%是从我们退伍费转任的，然后呢，薪水我们就大概算一下，刚才有人算过了，不管是这个退将的董事长年薪高达430万。加上18%的优存的45万，年薪等于将近500万。年薪那总经理呢？年薪至少150万，任职董事长年薪高达300万以上。他如果做那样的事情，该领那样的薪水。可是这个叫做优惠，这叫做薪资的增加。一个退休的人转任了一个工作，他的薪水比原来更高。这个是所谓的新陈代谢的反淘汰啊，合理吗？鲍委员，这个东西啊，其实外面的评价是两极的，是到底要禁用的、任用这些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人来啊，重新创造。不要再讲实际管理经验了。如果是一个事业体，我讲的是绩效。一个事业体，我看到你如果讲过去的经验的话，
我可以找100个比他们经历更丰富的人，你用不用？我找国防部推荐用不用？不要用这个来说服人，你们没有用嘛，你们大多是用自己人嘛。你用了自己人，你对外说的是。如果说委员您真的可以说找出100个比他们更好的人，国防部推荐过来。我们没有不用的道理啊！国防部推荐也是自己军方退，不是您下来您这个您，我觉得说您可以跟国防部去谈这件事情，民脂民膏，而不能够讲这些事情。他干他这个工作，他应该拿这个钱。董朱伟，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你现在捍卫的很有道理，因为你退从那边退之后，你也会转在那一边的。我不会，你不会，我过去就讲过，我绝不会。从你开始，后面都不要吧。过去的主委退下来也没有去干的。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他退了。退休应该就是休息了，转任的事业单位。他才50几岁退休、欸，他才50岁、欸，他退休的50岁的年纪，如果说委员您要一个学经历、具有管理长才的人，然后就叫他回家不要做事。我们50岁的人，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的军事官兵，您能不能够举出来说，我的这些派出来的会见经理人哪一个不好？哪一个？哎，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对。所以你的办公室的主任很好，你的同僚很好，你们的学弟都很好，你在告诉社会这个价值，这些是社会公器。当一个人月退俸退下来了，你觉得好可惜哦，他应该安排来这边工作，这一份体贴很多数的国人没有。当你强力捍卫这个的时候，大多数我们纳税人没有这样的待遇啊。所以当你用这样的用词的时候，我建议你低调一点，否则你会让退辅会。我在叙述一件简单的事实。那不是事实。也请委员您要注意到，这些人为国家贡献了这么久，20几年、30几年，然后他累积的管理能力，还有他的学历。董主委，您可以看他的学历。董主委，他们优秀，他们付出了20年。如果他优秀，如果他付出了这么多年，他去管理一个公司，创造机会，请你创造利润，有什么不好？我跟你讲，你讲的非常，我觉得您要尊重是我们互相的，你不能够说讲一些不是正确的事实，不是正确的事情。你讲哪一位不好？哪一位说他的观念不好？我再跟你讲一个价值观。如果说他们都好，我把他放到适才适所的去做，创造绩效，安置也达到安置的目标。我跟您报告，跟您说明，跟您解释。你听我讲这句话。是，当一个人付出了青春，20-30年的奉献，怎么会不肯定他呢？我们才有退辅制度啊，我们才有终身俸的制度啊。我用这个肯定，所以让他另觅一个新的职务，这两码子事啊。你在给我变什么东西？不对。我接下来跟你讲，你们您刚才讲的第一段非常的好，你听我讲，我们尊重他。再来，对您讲的，如果说我必须要告诉，因为你在质询，我告诉你说明，他有他这个能力，他可以管好这个公司，他可以来创造利润，创造绩效。那有什么不对？有能力、有专长的人，他如果是我们的退伍军人，如果他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如果说您找出来，我们看这个表，好，我们来看这个表。你们，我常常要求你们要有一些遴选的资格，要有一些，我们来担任这经理人，要有一些会见的时候要有一些条件。你们104年3月4日修正了你们的第二十二点，可这个修正很有趣。本来任本会处主管所属机关首长3年或合计满3年才行，你们是把它修成2年，越修越松。而且我们不讲说这个资格几乎都本会就退辅会加上国防部推荐，大概都是你们自己的人。那个3年修成2年是放宽还是提高他的资格？我们不是放宽，我们是希望能够扩大选员，找到真正适格的人。我问你，民国104年3月4日。这个3年变2年，有没有任何一位刚好就符合？没有，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有没有量身定做？没有，有人刚好2年半。我跟委员报告没有，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扩大选员，真正找到适格的人来担任不同公司的经理人。104年3月4日修正这一个，也就是说本来要3年的资历，现在改成2年，没有一个因为这个跨过门槛，零。目前我所知道是没有。我不管你了，你现在在本会这边答询了。如果有跨过这刚好这样子跨过门槛的，他适格，因为他适合，所以修了这个2年。有还是没有？这个我们必须要再看了，因为当初做这个事情的确就像我们处长所提议的，我希望管委会要求你们这些不管会见的名单资历，要完整资料报到我们会里面来。应该会的，绝对会。我们要好好看这个资料。我接下来问你。你们都会依法行事，
也许我现在讲这个事情是你们计算错误，那如果我证明错误的话，我希望董主委错的事情我们就在这边立刻把它解决掉，这样好不好？好，我们看齁，根据国营事业的管理法第三条，我们掌握资金 50% 以上叫做国营事业， 50% 以下 49% 那个都不叫国营事业，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审预算书或者送个计划报告来，差别在这里嘛。好，这是第一个嘛，所以很多会把它压到 49%、42%、41%， 那它就变成不用送预算来这边审查，那这个技巧中纲啊什么很多单位也会这样用。但这边还有一个规定齁，第35条，我们对派任的董事、监察人、理监事不得兼任，也就是说一样都 50% 的公司你不能兼任嘛，那我们退服会是不是也是守着这个规矩？是的，都一样嘛齁。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我的所属事业如果超过 50% 兼任的话，这就不合法了。好，就不合法嘛。这个处长，杨处长，是的，这样子是没错嘛齁。是。第二个，我来跟你计算一下齁。我们所谓的国家资本或者国营事业，除了贵会直接掌握的百分比以外，间接投资的百分比也是要列入计算的。这该是高铁公司，我们已经经过很多的计算，这都要计算的，没错吧？你就不要那么支吾嘛，这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啊。我还认为说你们不是故意算错的，我再讲一次哈，我直接投资的股份也许42%、41%，然后我经过也是我的公司间接投资的，加起来如果超过50%，那也是超过50%哦，那个叫政府资本啊。这其实要以政府投资啊来计算。当然啦、啊，政府投资啊，但政府投资再投资，这也要计算啊。你不要跟其他交通部跟经济部一样吧、嗯？没有吧？这一切都要符合公司法。公司法讲的是资本嘛，间接资本也是资本嘛。不能算了，算了。来，我们看国华海洋，你刚才讲一人公司嘛，哈，刚才蔡委员问的，国华海洋的董事长，你们现在代理董事长是谢正，是。那这谢正很厉害哦，谢正除了国华海洋以外呢？他本身还兼任，有没有兼任其他的董事长？他是龙桥的董事长，他也是龙桥的董事长。他除了龙桥董事长，还没有兼任其他的董监事。有监察人，他兼新兴的监察人是谢正，国华的董事长，谢正龙桥的董事长，谢正新兴的监察人。然后你们规避的就是我本席刚才讲的，这个龙桥哈，这个国华是49.68%。贵会投资的嘛，对不对？49%多了，将近已经接近50%了，没有错吧？是的。可是你们说啊，因为它不到50%，所以不是国营事业，兼的话就可以回避国营事业那35条的规定。可是龙桥是不是你们投资的？是的，龙桥是你们投资。龙桥在国华里面持有股份多少？知不知道？我帮你算完了啦。大概10%左右，10%左右嘛。所以两个加起来都超过50%。因为那个是民营公司，所以不能这样子来算。你又把它认为是民营公司了。国华，你们在直接的投资49.68%，你就说那个是民营公司，算了，我鼻子摸摸，尊重你。你龙桥是你的公司，你投资下去10%，是我的公司。龙桥是啊，跟民营公司合资的，我们仅占37%，占百分之。他要啊，投资哪个公司必须经过他龙桥的董事啊。你们占比例多少？龙桥，你们占比例多少？我们37.8%，37.8%，所以我也帮你算，我很体贴，我帮你算出来了。那个10%不要算10%，算4.1，4.1，你们间接的持股加起来就超过53%了。谢正可以兼吗？谢正可以兼新兴吗？谢正可以兼国华吗？谢正可以兼龙桥吗？我跟委员报告哈，谢正兼其他公司的经理人、监察人，但是他依照规定还是只能最多领2份的。我不跟你讲薪水，对。那我愿意牺牲奉献，我不领薪水。对。主委可以给我干吗？不行嘛。我再跟你讲体制，我们对的就对，错的就错，价值观不同，我们可以辩论。这个事情，谢正兼了2家公司董事长，1家公司的监察人。然后我刚才算得很精准，我连你兼的比例，你原来龙桥的比例，我都换算成持股比例，加起来53%。不是不能算，那你再讲一下。好，
委员，您刚刚谈的是国营事业法三十五条，对不对？所以你们那国营事业法的三十五条的前提，它必须是国营事业的，它不得兼任其他的。那国营事业就是以50%来做计算嘛？对对对。那我所以，我这边跟您报告，我们的融侨公司不是国营事业，我们的国华也不是融，也不是国营事业。那当然就没有这个所谓有违法兼任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违反国营事业法三十五条的问题了。诸位，这个事情我不是刁难你，因为国华说在你们一人公司也是兼带而已。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融侨计算之后，国华它实际上是53.4%，新兴是国营事业。我没有讲融侨啊，我讲的是它不能兼国华跟新兴啊。报告委员，这个事情哈，您指出这一段，你回去处理。我觉得说我们会重视它，然后我们来就法务这边，我们来研究它。你回去处理，我们一定要做。假如说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理由说在这边去跟您说，哎，我怎么样？这个辩论这个没有意义，这是没有意义。对。所以说我们去找我们的法规会，这个违反然后跟我们的法兼任，请你把它处理掉。我们一定会做。好，谢谢。一定会做，也谢谢委员提出这个事情。询答时间到，哎。好，接下来我们请林长佐林委员。对不起，那等一下徐志荣委员哈、哦，那个询答结束以后，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请诸位，嘿，诸位你好我想先跟您说一下，上一次的这个质询之后，其实我们收到非常多的这个关于我们转投资事业的相关的陈情，那我就不一个一个跟您对。那我想先就刚才，其实我听到了几位委员的质询之后，我可以认同说，累积了数十年的这个管理经验的这个将领，希望说他才五十岁左右，让他还有一些对社会贡献的这一个可能性。那其实我觉得，既然他们已经拥有他们的才能，可以让他们去就业市场竞争。如果在就业，他们非常优秀的话，我想在就业市场上面应该不会找不到工作。那真的有非常优秀的将领，到就业市场上面居然找不到工作，那到时候我们的相关转投资工的这个事业再来评估是否要来去聘用他，这样子不是应该比较有道理吗？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这些我们认为很优秀的，就一定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转投资的事业，而不是让他有更多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面的这一个比较之后，那难怪国人都会觉得这个听起来不太合道理啊。对，我们对我们的公司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找到最优秀的人，所以我们会从六十几年开始做投资事业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先把我们公司可能出缺，然后把这些人的条件发文给国防部，请国防部能够推荐给我们。我们当然希望最好的人到我们这边来。我了解，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经过了这个外面就业市场的竞争，还证明他们是最好，因为我上次有举过几个例子，事实上在我们的一些基层比较这个阶级没有到那么高的其他的将领或其他的这个校级以下的，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国际知名的企业家，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外面的就业市场竞争过之后，他可以再回来啊，我们没有不让他回来。他那个时候的年纪哈，我们的认为是说，因为他退伍的年纪可能是这个50出头，如果到外面去做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他的年纪，因为我们是62岁以上，我们就不派了。在65岁哈，他就必须要离职。那就像我刚刚跟您报告的，我们希望我们所知道最好的人，我想这个社会上动到我们到公司来，一般在社会上工作这样子的说法，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大家自己可以感受，是，就是说在这当然是可以接受公平。但是另外一块我想要说的就是哈，因为你们所有的这个里面写的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人这个管理要点里面，几乎每一项里面都有写到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者。那按照最后我们收到你们的资料，事实上有经营民营公司背景者里面是都看不到，只有这个有学分班啊课程相关的。因为我刚好是念企业管理的，那我在大学修企业管理，
一般的企业管理跟在国防部里面带军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很简单的把我修过的课程念一下：市场竞争、股东权益、财务管理、领导统御、组织管理、人事管理、劳权保障、客户服务、资讯管理、生产管理、仓储管理、行销管理、研发创新。我还没有念完，我想再继续念，应该今天我的时间我知道，鲍委员你讲我知道，因为你讲我都修过，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你通通都修过，那会比刚刚我们现在发现里面居然只有修几个学分的还要适合哦。你应该要转任我跟你报告，你不转任，我觉得有点可惜。交通大学的科技管理博士，所以你刚才讲的课程我都修过。所以我要讲的是，那你应该说你要转任，你怎么说不转任呢？因为我没有说，我说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显然比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些还不适合，委员您刚提的那些东西哈。正好就是我们军中所最强项的东西，所以包括仓储管理，包括这些人力的调配，我在这边包括制度。您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讲的作业研究是不是从我们军中出发展出来的？我这样很简单讲，我想请问一下，国防部它面临的市场竞争是什么？在台湾有另外一支军队跟国防部竞争吗？我们的每一个军官，尤其是担任的主管，法国他必须他都要会这些。您刚所念的这些东西，他都要会。我想而且这个管理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进入这一种口舌之争，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开放市场的竞争？跟在民间的企业，刚刚也不断的讲哦，我们这个几个这个相关的转投资，它都面临很多不一样的竞争。有一些是实质，这个连能源局都说天然气呀、啊，天然气。法令虽然没有规定分区独占，但因为设备成本高、回收成本慢，造成现今分区垄断的市场情况。也就是说，虽然法律上的名词定义不算，但是连能源局，也就是要送天然气、送加速、上加速去恁的供来底遐，等于家己个公这已经是垄断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大家有公平？但是我要讲的是。即便都面对市场的竞争，国防部是最不用竞争，因为台湾没有另外一支军队啊。所以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只是要确定一件事：我了解里面的将领，他们会有很多的才能，但是这些才能是不是刚好在有市场竞争的这个里面，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这个企业管理？这个社会是存疑，存疑的原因，刚刚几位委员也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我想你也不用在这边再回复刚刚已经回复过他们的话，我只是要再强调另外一块事情，就是。那2012年，这个就是荣电恶性倒闭的事情，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是管理不当嘛。他至少劳权的保障，他连这个退休金的这个提拨都没有，让偏偏都连退休金啊，这资遣费都捏不掉啊。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管理不当的公司，对不对？应该算吧。这是个管理不当以及财务操作不当的公司。是，所以这个很明显。我现在举一个，那我想知道的是，既然这样。我们的转投资公司，我们有没有去盯他们说，以那个为例，我们的退休金提拨应该要到几%以上？有，现在我们都依劳基法的规定的，各公司都要依劳基法规要提出退休准备金。我跟你讲哦，你们提出来退休准备这个准备金呢、啊，有很多，我在这个手上，因为澄清资料有的时候会跟他们工会有关，我都不爱公一下，他们是宁愿提拨不到，但是被罚钱没关系啦，他没有提拨到啊。他是发现说他提拨不到被罚的钱还比较省，还不如不要提拨。这个国家的相关转投资的事业应该是要用最严格的法令标准来检视自己。结果这种东西是民间在逃避退休金的提拨用的方法呢。要省块买下公列，花我多少钱，我就不爱提拨。这是民间的。你讲的公司我了解，但是现在这家公司、哦、目前已经在积极了，在尽量尽量，因为一次提拨太大。几乎啊，将近7000万，他没办法。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先跟你讲。你讲这个，我理解。关于退休金的提拨这件事情，原来是发生荣电之后，大家赶快才来发现说啊，原来我们以前有管理不当，不只是荣电，有这么多的公司，这个退休金的提拨都不符合规定，所以我们赶快来检讨。可见过去几十年来，在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他就有某些地方有疏忽嘛，要不应该是荣电家己。出代志啊！其他说，因为我非常会管理，所以我根本没这个问题。结果我们是嘛，我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这个我是要反证回来说，可见我们去管理的那些人，他有很多盲点，因为在国防部，他不用考虑退休金提拨的事啊。我这些官兵有没有退休金？我要讲的就是很多的这一个层面，在企业管理跟在当将领是不一样。将来讲发生龙电了后，那我就是。
反推一次，我再把逻辑慢慢讲一次给你听。如果我们的将领非常的会企业管理，照理来讲，龙电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咱所有的公司拢讲我无这种代志啦，因为我足够经营的啦，只有龙电这个喊过的吼，才安尼啦。啊，结果唔是，是咱大部分的拢发现讲啊，我冇这个问题呢，赶紧来改进。那可见我们几十年来大家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我才要讲说为什么我们在讲我们的将领不是那么会经营的原因啊。那我回来讲，所以我希望齁，因为刚刚那个王委员他也有提到啦，有很多的我们的转投资实际上是过半，你转投资自己本身退辅会没有过半，但是他投资到另外一个退辅会转投资的公司，他再投资过去了，加起来其实实际过半，其实有不少是这样。我要要求退辅会去严你，就是即便在这样子的公司里面，我们一定要，我们要严以律己，要严以律己，我们一定要去准用国营事业，国营事业的这个本法所营 国营事业法里面提到的，我们如果超过50%的，我们应该要有工会代表，我们董监事要工会代表，因为他都要共建问题，其实不用等到立法委员来质询，就应该会发现。如果我们有工会代表，为什么我们长期不会去发现里面的这些问题？而且因为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都是由我们自己的退休这个将领去当，然后他自己又不是那么具备企业管理的能力，所以他就又发生了这个哦，出事了才发现有问题的这种事情。所以我要在这边提醒的就是，有工会代表才会帮助我们的这些转投资公司这些问题提早发现，不是不要抗掉再来处理你啊。所以我在这边要要求，就是说在今天质询之后，第一个请退辅会把我们实质过半，就是包括你转投资再转投资的这种加起来实质过半的企业条列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报告，就是有哪些。第二个，这些公司退休金提拨的状况，也就是他们是推现在提拨到怎么样？问题我理解。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要在这些公司都设置工会代表，我们的董监事要有设工会代表的这一个严拟可能性，给我一个办法。那我想这个才会渐渐的让它正常化，因为让国营事业，上一次你也有提到哦，我们自认为说我们有一些事业经营的比中华电信还好，中华电信它事实上是有，它第一个它已经不是垄断事业了，第二个它一定有工会代表。那我们讲的发生的这些问题，只要有工会代表，我们这些公司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我是在帮你们，这我们可以下去研究。谢谢委员，这三项，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谢谢。那下一位，我们请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董主委。主委，请。主委好，委员早。主委您辛苦了。那个有关我们今天的这个专案报告啊，就是转投资事业机构经理人以上遴选标准。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派出去的，毕竟呢，战场跟商场都不太一样。是，你当个少将，当个中将，可能你领兵打仗，下面有1万、2万人，当然人数是很多，没有错。但是商场毕竟跟战场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遴选标准也定得可以说很严密了哈，但是是不是说啊，真正的就几乎你董事长、经理级以上的都是写着既有事业经营管理协能者啊，也有这样定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都真正的有符合到这一点？好，我请我们报告委员，我是事业管理处长。针对啊委员垂询这个问题，我特别跟您报告，其实公司啊营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没有所谓真正的专业，它的专业就是管理。公司小公司才有所谓专业。鸿海郭台铭郭先生在小公司啊，他是专业机构，到了现在营业额一破兆，他没有所谓的哪一项的管理。那管理啊，经过我们从学生时代从各种基层历练一路上来，管理事实上得到一个它是无形的价值。我举个国外的例子跟您做报告，
美国西点军校曾经统计过，在世界五百大的企业里面啊，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CEO 有一千多名，企业执行长有两千多名，总经理级以上有五千多名。那为什么企业愿意花高薪聘请这些人？因为他有真正的管理经验，他把在部队的管理经验转化为对商场的管理经验，他的 sense 啊，很容易就抓住市场的脉动，所以啊，能够啊追随到追求的利润。以上我给你做个补充报告。毕竟呢，管理军人呢、啊、跟管理员工可能大概一样，但是毕竟公司啊、事业单位毕竟是有利润的这些，所以你必须要有企业管理以外，你也还要有可能财务会计、啊。是是是，没错。啊，比如你是工程公司的，你可能也要点这个建筑的知识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说。我们派出去的当然就是事业单位，就是盈利为主吧。是的，所以最好就是要有专业的这个背景了。是、哦、是，谢谢委员。是，你可以去进修到去哪个单位，可以去进修到、有个什么证照，是、哦、对那方面的证照这样子了。是的，谢谢委员。有关遴选的这个专案报告，我就问到这里。再来，我想请问主委哈。我们有关龙工公司啊，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龙工公司。农民公司。行政院他在98年核定龙工公司的留存业务，依行政院99年5月24日核定的清理计划，他预计清理到100年底，那是100年底没办法清理完。再来101年11月26日再展延清理到103年底。是。103年底，又没办法清理完，是。那又在104年1月19日，在核定到106年底，是的，到106年底，是的。那我要问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一延两延，延了两次了？是是是，106年是还没到了哈，但是在105年来讲的话，我们。104年7月的时候，我们待清理数也还有29件，求偿的案件也还有41件，被求偿的也还有25件。我想请问主委也好，那杨处也好，目前处理的情形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农民公司啊处理，他现在遭遇到两个最困难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跟工业局有些在工业区的开发计划里面的要合议终止，那这个数额啊高达170几亿。这部分呢、啊、是双方都没办法找出一个合理的值出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农民公司啊，在以前哦，它是个资产啊非常庞大的公司，包括国内外很多资产，所以现在要处理这些国内外资产，它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它必须经过一套啊整个的程序，包括建价、审议、董事会通过，然后再公开标售。那这个就造成它处理这些资产呢、啊，就相形上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才会让这个公司的这个清理计划再延宕。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啊，目前对这些的处理啊，我们都要求公司在董事会要求他要必须加速啊清理脚步，希望能够在行政院第二次清理计划在106年底前能够顺利啊把这些资产处分完毕，而且来能够啊减少亏损，来啊帮国家那个国库啊能够啊再省一些经费。其实处长这样话讲回去来讲啊。99年核定到100年底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么复杂、这么冗长，也明知道100年底也做不完嘛。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在100年底的时候处理清理完的事情？我们不可以跟行政院讲说让你长一点啊，你不会再不会给人家一延再延、一延再延啊，100年给你延到103年，你也没清完。当然你讲的要清的过程很复杂，很难，很冗长，那可能你是希望106年底可以清偿，我们希望能够按照期程来把清理，那可能也106年也清不完，我们希望能够尽力达成行政院的那个要求。我也希望您能在106年底都清理完了。是，谢谢委员。不然的话，好像我们104年7月底啊，我们还有290多亿，将近300亿的融资性，对，融资性贷款，是是，也还有这个安置
基金贷给借这73.5亿是的这个款项，是的，所以这个潜藏性的债务啊是很庞大的、哦、是。那处长，我们这个清理费用啊，你这个利息费用也是大幅的增加，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清理计划如果一再的这个延宕的话，你可能要支付的这个利息啦、费用啦，都是。也都是老百姓的。不，委员，你讲的极是，我们也是因为朝这方面去思考，是。所以我还很担心说，不要到时候连我们名下的土地啦、资产啦，全部来卖的话，搞不好都还不够来清偿这些欠的债务。是，谢谢委员，是。会不够吗？目前为止啊，那个。可能会，我们有预估过，可能会造成小额的亏损。大概如果很顺利的，包括跟工业局合议终止，然后现在的国内外资产处分的话，大概预估会有负的8.95亿的那亏损。大概只有那个，如果说一切都合议的话，所以就能照我们处长讲的，尽快的是把它清理完毕。是的，也不会多负担这些利息啦，什么这些多带来的这个费用。是的，也希望您能在106年底把这个龙工公司的这所有的这个清理完毕。是，谢谢委员。不然我看每年可能这个事情也都是要提出来检讨。是，哦，所以我希望我们退伍会也好，我们管理处。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把这些事情做好来。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那个临时提案。临时提案一，有鉴于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投资事业机构会派董事及监察人管理要点第27点第一项规定，会见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当年度支领报酬中与会员，与其员工一致项目之薪给、奖金及福利金等，依各该事业机构规定之报酬之给，但其每月支领薪资含津贴总额不得超过中央部会首长每月给予，以及当年度其所支领之非固定收入，如绩效奖金及其他各项奖金等，总额不得超过固定收入及月支薪俸主管加级总额，超过部分一律结缴本会安置基金。为考量公平原则与社会观感，原件请退辅会修正此一规定，使会见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当年度支领报酬中其与员工一致项目之薪给、奖金及福利金等，不得超过其每月退休给俸给。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林长佐、蔡世应、罗志镇、吕孙林。以上宣读。好，这一案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高见？委员，各位，报委，请。我是你把麦克风打开好吗？我们目前我们这些都是根据行政院公股小组的规定在做的。其实最后这个是不得超过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会里面愿意说建议研究修议可以。其实这个比陆海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目前的修正案还要严格，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做研究。这里面有些如果是属于分红的部分的话，还是照常给啊，就表示说分红部分要缴回去。没有没有，根据行政规定要缴回去的。这是我原来当秘书长的时候，那时候就给我们的函了，我们就按照这样子去办理了。就他们的，我们的只要是分红，一定是缴回我们的案基金。因为这个案子是属于那个，请你们在这个是不合理，不可能说他用建请你们修正。所以建请研究修正可以，我们研究修正可以啊，我们可以研究啊。但是我是跟委员报告，跟主席报告，不是不合理的事情，绝对不合理嘛。因为他去担任这个工作，他还要担负很大的风险，去做瓦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安全各方面来讲，工期的顺畅，这些责任非常非常重。不是说随便人就可以担任得下来的。那你跟遴选适合的人选呢、啊哎？是的，所以我们遴选适合的人选。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副主委哈。是的，我刚才听不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说，按照现在来讲，他们的每月薪资总额不能超过中央部会的薪水嘛？对不对？对，是19万500块、啊。以及当年度其所领非固定收入，
就指他的薪资加非固定收入加起来不得超过中央部会首长的每月给予吗？还是说只是指薪水不得超过，但是非固定薪资的部分是另外算？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的薪水不能超过部会首长的收入，就19500，超过必须缴回安置金。第二件事情，他的非固定收入，就是所谓的奖金这些东西，不能超过他固定薪水，就是195000×12。对呀、啊，所以他对呀、啊，所以说，如果他做他奖金在超过，如果他奖金好不好？他奖金如果超过，他也是要缴回的。不是，我当然知道。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请主席这样子？因为我们刚才是讲说这是建议嘛，是不对？另外一个，对不起，我可以再讲一句话。刚才主席所讲的，我们这人他的员工分红，这个分红之后还是要缴回安置金，这是行政院有规定的，我们都是照这样做。完全缴回吗？完全缴回，完全缴回。那他最高可以领多少呢？如果按照你这样讲，假设那这样那就是195000×2嘛。38万多、啊，最多，但是那你这样子已经比行政院长还高了、啊、但是行政院长的风险会比董事长还要高吗？我跟主席报告，其实我们有超过的，几乎最近应该是没有，超都只有一两个超过都是缴回来了。不是，主席建议这样好不好？因为主席你刚才讲说你改成建议嘛，对不对？哈、哦，本来建议延修啊，我这边就是建请、啊。那这样子好不好？那不然就请他们当然还是要给我们一份回复我们。你们的研究嘛，可以、啊、麻烦你提供一份资料给我们，就你们目前所派任的这些董事长跟总经理啊，他的薪资以及他的非固定，非固定超过固定是，就是非固定收多少嘛，是不是、啊？对，固定加非固定，你把啊一样把资料给我们嘛，那我以后固定就是薪水嘛，可以啊，这个委员要这些资料，我们跟、就是、委员要的资料可以就在这边加进去，没关系。但是我的意思说要修正，对，但是跟委员报告，就我们提供资料给委员是可以，但请委员一定要保密。这个东西就是说一定只能公务上使用。我再跟委员报告，刚刚我们主委有提过，但我们这是根据个资法，我们愿意提供，但是委员一定要保密。委员又说把我们一公布出来，我们的董事长总理跟我们算账，哎，说你们为什么把资料弄出去？那说是我们，那说委员跟我们要，我们怎么办？所以这点就是说，你们到立法院接受监督，那提供的资料本来就是应该给立法委员啊。那给立法委员做公务使用，但立法院不能把它公布啊，公布 你公布在报纸上，那我怎么办？这点真的是需要这样子做出各自法的各自法的部分。稍微我没办法接受你。我们去修一下各自法，各自法涉及公益或主确，是不是？它有一些规定是可以不受各自法的保护的。第二个，啊这个、请法官员来做说明。退辅会的态度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本会的态度愿意提供，但是不需要公布到媒体。本席的讲话，请你闭嘴。好，谢谢。如果他们态度保持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先问一下法规会，我们自己也有法规会，我们的法规会啦，怎么问他们法规会呢？这法制局也有。我们法制局人在哪里？请问一下，他能不能现在来？来，我们先请那个退伍会的法规会。好，法规会说明一下。这些没今天没来，这些刚刚那个副主委嘛，啊、所提到的，就是超过一定比例的这个薪资的这些人的资料薪资，根据个资法，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报一下主席哈，这个报酬是属于个资收集处理利用本身、哦、那在个资法里面它都是有规定、啊、所以我们历来的我们本会提供的它都是一个 range 而已，具体的这个数字一定要当事人他有书面同意、嗯、那才是符合个资法的规定。现在包括人名包括提供的薪资一定要当事人同意才可以提供，否则你们只能提供一个范围。人名啊，因为人名有时候在网站上都有，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薪资来讲，的确算是个人的个资部分了、啊。但是我们提供给委员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请委员不要在媒体上公布，因为有时候你一咨询就要媒体上一公布，这我们真的很难做了。这委员说要体谅我们，我想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哈、哦，如果说假设这个我们贵单位有提供资料给我们，那立委将它运用。我违反个资法，当然就有法律的问题去处理了啦。我想这不需要我们退辅会的官员在这边再提醒我，因为这本来就是两回事的。我们按照公务的需求向你索取，但是我如果拿来做不正当的利用的话，违反个资法有规范违法的事情嘛？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像我们来讲的话，对。
就说辅导会啊，没有理由说不依照法律来做。那这件事情会有争议，我建议就是请，我也请求啊，就说是不是让我们法规会的参事啊，跟我们法制局的人，我们一起来会商，说这件事怎么做？因为我觉得说，就立委要监督我们，我们都来做报告，我们没有理由去隐瞒或是任何没有理由的事情。但是就说我们让他们这个法制局的人跟我们法规会的人去研究出来，免得说委员就认为说我们在逃避回避，不会的，我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想主委跟副主委啊，那个因为不是你们个人呐、啊、哈，那你愿意帮这些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啊来做个资法的这个帮他们讲话，我们是同意啦哈。但是就是现在委员要索取的这个部分，也是为了公益使用啊。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说，他们现在所知己的这个报酬跟外面社会上的印象是不要有仇庸嘛。所以请你们提供这个额度嘛，会的。就譬如说刚刚有人提到说，也许他这个董事长为什么莫名其妙这一年可以领到500万等等这些，那你要澄清啊。那你提供真正的薪资给予或是其他的报酬给予加起来没有那么多，也可以说得过去。虽然听起来好像也比行政院长甚至总统的薪水还要高啊，大家愿意接受那就另外一回事嘛。那所以如果你们在提供的时候，你可以第一个你可以说你要注意个资法要提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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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条件等等，这些也麻烦你把这些文字详述给委员了解好吗？所以我是建议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把蔡适应委员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也请我们退伍会哦，在个资法的保护范围内你可以提供的这些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以上的这些报酬的这个资料也一并提供了，但是我还是一样，我会坚持说，请要修正嘛，就是因为照你讲的，你还有一两位以上是有嘛，就表示我们认为这个状况可能跟现在的社会上，不是跟现在的社会上是不合理嘛？诸位，其实应该目前就有规定哈，担任公股董事之前需要签公布薪资同意书，目前已经有规定，所以照理说他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一定看看对，是谢谢委员。对，他们我们有官府的董事啊，有签契约都要同意、那个。但我们希望提供委员就主席不要公布就对了。主席他刚才委员讲这个是对的哈，我们现在去担任官股董事重要职务之前，我们的个资法里面讲，他是签订同意书是可以的，是的，除非我们退会跟国营事业都不一样，都不让人家签订这一条，有签订，否则拿个资来主确了解是没有道理的，也不道德。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第二个部分哈，本身他们对这个修订这个建请研究哈，非常非常的坚持哈，我之前因为提案人是我们招委哈，这个案子我们等他把所有的详细细目列出来，我们再来讨论。因为丢给他们去建请研究，变成丢他们什么时候再弄出来也不晓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阻挡监督的态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甚至我们如果拿出法条，你现在解释不对，你也不用负责任。甚至你讲两个以上，如果到出来数据不止两个以上，也没有人要负责任，都不用对自己陈述报告的事情负责任。这样国会监督是没有力量的、哦，所以我建议说，他们去选任董监事、董事长。总经理以上有没有签订这个资料是要可以公布使用的？报告委员有签订，但是我们绝对没有阻挡监督，不是这点我们一定有签订，绝对没有监。你刚才讲半天说这个资法，那你有签订，你为什么还不能呢？签订我是希望我说可以提供各位委员，不要公布给媒体，委员不要公布给媒体是这个意思、啊。没关系，就按照规定嘛。不过委员要做什么，由委员的公务员的职权行使法啦。主席，就是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争议，那个按照规定来了。另外，本席在这里要提出一点建议，就本席的看法，因为如果退役以后，他去担任任何转投资的公司，或者不管是民营或者有官股的，如果他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益，他可以为公司或者你转投资的事业，其实可以投资。你有创造很大的效益，我觉得如果他有可能可以获得他相对等的一个薪资的给予或者其他的给予，我觉得可能也要去鼓励啦。因为如果他可以创造，我们没有必要说你一定限制他不能领这些钱，所以本席也要提出一部分的看法，谢谢。好，谢谢。那所以我们这个临时提案呢，除了增加刚刚蔡适应委员所提到说请提供相关的这个薪资以外，
那王定宇委员，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还是建请，但是他拿过来以后，刚刚我们在讨论或是调阅等等这些，如果认为是密件，不过刚刚我们的政主秘也有提到，在我们自己的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里面的第六条，其实你们是应该提供的。会，个人机密保护，因为我们是在委员会要求你，我们又不是秘密的跟你讲什么事。好，那这一案就是稍微等下做一下文字修正，好吗？好，再来下一案。第二案，鉴于退辅会所属盈利事业经营成效不佳，为避免其长期亏损影响政府财政及国军退辅工作，退辅会应依据营业绩效与公司体质，将所属盈利事业进行分级管理。分级管理方式如下：一、委派专业经理人，公司经营尚有盈余，且经营项目属高度垄断或政府特许行业者，应对外招募专业经理人，以提升公司治理及经营成效。二、委外经营，近年度营业结果时有亏损，为公司体质上佳并具一定市场竞争力者，应采取委外经营方式，以提升其整体经营成效，增加国库收益。三、结束清算，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且经营项目具高度竞争，虽经改善经营管理成效，仍无法达到损益两平者，应予以解散清算，并妥善规划相关资遣工作，辅导人员顺利转业。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以上宣读。来，退辅会对这一案非常谢谢委员这样子的一个提案。那这个提案其实我们很有一部分已经是在这样做了。我这边是不是可以建议委员，我们加两个字，也就是在一二三四第四行的那个分级管理那上面前面加两个字，建议分级管理，可不可以加一个建议？我们再来做一个研究，好不好？同意是吗？那个对不起，我再加两个字，最后的就是予以解散清算或撤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撤资。因为有时候解散清算我们 没有那个能力，因为 这是民营事业，就是我们是建议予以撤资或解散清算。我们就可能我们很多人我们一经营不善，我们就他不好我就会撤资。好，退辅会没有意见哈，那就是那我们提案的委员也没意见哈。好，不过我们既然、okay、虽然是加两个建议哈，我们希望可以去审慎的评估的，不要说后续都没有其他的。是的，谢谢。好，谢谢。好，再来。三，有鉴于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之安置基金，主要任务为辅导安置退出役官兵就业，照顾荣民及荣眷之生活。然退辅会105年4月20日于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专案报告中叙明，会鉴经理以上人员截至105年3月底任职状况：董事长12名，副董事长2名，总经理8名，副总经理7名，经理25名，主任3名，共57名，占全部安置人数之5.2%。查主任以上经理人多为校级以上军官，为了解安置校级以下官士兵之执行状况，原建请退辅会于1周内向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近3年校级以下官士兵安置之计划、统计人数、绩效之报告。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林，以上宣读。好，退辅会，照办。好，那没有意见哈。好，那既然通过，可以，要可以。是报告主席，可不可以到2周？可不可以？好，没问题，可以，这没问题。谢谢。好，2周，好，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好吗？好，谢谢。
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刚刚我们对于个资法有一些争议了，那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内，我们的法制局的同仁过来，他们有提到15条、16条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法制局的代表来讲一下15条跟16条，也让我们退辅会的同仁了解一下好吗？是不是可以来讲一下？主席，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好哈。那我们立法院法制局这边提供一下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一些意见。那个人资料保护法第十五条有规定说，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的收集跟处理哈，应该有特定目的，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就可以为收集跟处理。那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第一个是执行法定职务的必要范围内。那因为我们立法院是在执行我们的法定职务哈，我们是问政，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在第一款的解释上，应该由我们立法院自行决定说这个是不是我们执行法定职务的必要范围内。那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符合这一款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个人资料的收集。那提供资料的那个公务机关的话呢，有哪一些规范或限制？是，那个如果公务机关要利用个人资料的话，是适用个资法的第十六条。那个资法的第十六条，有一些利用的规定哈，其中有七款哈，其中一款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增进公共利益，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为之的。就七款情形，其中有一款是增进公共利益。那我们立法院要质询的这些资料，要收集的这些资料，如果是跟退辅会或跟其他的政府机关做要求的话，那退辅会或相关的政府机关做提供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款增进公共利益来做一个就是例外允许事由的一个法律依据。上说明，好，谢谢。我想这样的说明了哈，当然，还可以在你十六条是一共有七款呐，你只有讲其中的一款呐哈。那我们还是希望说，你们把第六款跟第七款稍微看一下好吗？哈，提供给我们法规会来参考一下。好，谢谢。就不用了，我们只是在说明一下，也让委员了解，也让官员了解。好，那我们来继续询答好吗？请吕玉玲委员。主席，我们请董主委。委员早。董主委，我们今天早上讨论我们退辅会的一些投资的事业哦。是。那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像我们跟民间合资的部分，尤其是我们的天然气的公司持股，一直强调都在50%以下，是不是？我们的都在50%以下，全部都在50%以下。对，目前本会安置基金直接投资。可是今天这一本是你们的报告书哦。是。这一本是你们的报告书，我特别看了一下，像大南汽车、新兴大众、荣桥投资公司这样子的持股，还是在50%以下吗？是的。你们有没有再计算一下，它如果在持股上面，在计算中？如果说以荣桥投资公司它的持股啊，我特别调了资料出来，我在经济部的商业司调出来的，所以这完全就没有个资喽，可以公布的，对不对？是的。上面特别在我们荣桥投资公司里面就有，一样有这个大南汽车公司跟新兴大众，这样子计算起来的话，他们的总持股票数是19万张，如果这4家加起来的话，就有14万3515家，这样子有没有超过50%？有没有超过？所以你们就是隐藏起来，交叉这样子持股，规避了我们政府跟立法院的监督，是不是？报告委员，我请我们业管的副主任委员跟您做个说明。好，谢谢李委员。刚才前面也有几个委员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交叉持股的部分，譬如在新兴大众，我们43点多，然后这个
龙桥也有持股等等，还有很多公司都这样子，加起来可能有超过50，没有错。但是呢，已经超过不是可能了。是是 是，好，谢谢。但是呢，就是说在计算上哦，每个公司它都是独立的一个独特法人，各公司在各个公司持股是个别计算，不能照委员来讲说哦，你这个全部给我加起来，那不可能，因为在每个公司，譬如这个公司我的20%。那我还是就是你说要个别计算，对，都要个别计算，才会没有这样加起来，才会有这种交叉持股的情形发生。这个地方啊，这个当然前面我也有咨询，刚刚我们朱伟打回来会做研究。其实这个我们还可以再问财政部或经济部。其实以前行政院有做规定，也有做这样的解释，不会这样子去计算。这样计算，那以后、根本不可能了嘛，不可能。所以也就是说，你去我这个持股30%，那个持股20%，你们加起来超过50%。没有这样子计算的，都是个别个别计算，因为每个公司都是独立法人。那公平交易法有没有过来？你认为这样子公平吗？请说吧。这样子的持股方式，来，请处长，副处长。这个，报告委员哦，这个退辅会他的一个持股是公法上面的行为，不是一般事业的行为。那我们公平法他管的是一般事业的一个行为，所以这里很难用公平法来说他是不是有持股不公平的问题。这个你讲的我听不太懂哎，主席也听不懂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持股方式，虽然说在一个独立的公司没有超过50%，但是这几家公司都是我们投资的，就表示是交叉持股了嘛，对不对？你还是解释不清楚。不是，对不起，刚刚因为提到说是主要是在算那个五十，那再看是不是这个有超过50%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因为是退辅会的这个持股嘛，那我们是说因为退辅会本身它的一个持股行为不是事业的行为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公平法去评价说它公不公平，因为公平法它管的是一般。你讲的不清楚，我也听不清楚，他请回。是诸位，报告好不好？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是不是应该做个讨论？是做个讨论，对，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跟委员报告，刚主委也讲了，我们回去我们会跟经济部和财政部做一个，请他们做一个。我们先举例出来给你知道了，就有这种情形。二十加起来是不是就可以算五？所以不要再规避了哈。是是。我们面对去做个讨论，是好做个修改，是好不好？是是。那接下来，我们对于我们很多我们退辅会的很多高阶长官呐、都特别的照顾我们的。退伍的一些高阶长官也都派到一些我们有持股的公司去担任重要的职务。那这重要职务里面，我们看到有2年、3年，甚至追加到1年哦，都继续在留任。但是这个在派任的时候，本来要减任以上的，后来要修改说不用减任，直接就追加他的时间哦。所以我本席是认为这样子的方式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这些人，你看，我们退休的人，所有退休的人是无缝接轨啊。为什么这么快速？甚至于是说，接到你派到其他有我们持股的公司去担任董事、董事长之后，他才会提出辞呈呢，才会有办法说无缝接轨啊，不用一周、两周时间就去上班工作。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处理的吗？报告委员，我是事业管理处长，我跟您这个把这个程序跟您做个报告哈，就是说我们有职务出缺的时候，我们在前半年的时候呢，就请国防部推荐适格人员来。国防部推荐来之后呢，我们必须经过审议委员会之后，我要报行政院，要报行政院呢、去核定，他才算，然后回到了之后再经过公司董事会通过，他才可以任命。那这期间呢，这个当事人呢，他其实是在军职状态的，他还是军人。他就是在军职状态，等待你们安排好之后的话，他在提出辞呈。就是说，你说的所有的程序、提报，这都没有问题。你们私下就先讲好了嘛。不是不是，大概这些中将以上的人退休大概在60岁吧，到我们这个退辅会的安排的工作，这个3、4年上还可以再继续做啊。报告委员，因为董事监事那些退休年龄在65岁嘛。对，报告委员，国防部他不会只推荐议员来，他都推荐3到5名来。所以说不是说每个人推荐来他就一定会上的，而是说我们会依据公司的特质跟公司的状况，我们找到一个适格的人。那这个呢，因为有一个行政院的程序，所以说
他一定要等到行政院核定之后，他同步在这边国防部里面再提报他的退伍，他是这样子才会让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吻合的巧合在一起。好，那我们看，我们现在转任到我们这些投资的公司去的所有的人民名单，这些人，这些都是中将以上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他的工作，而且最重要，他们的身份啊，都是董事长跟监事跟副董事长，所以本席要问啊，他们都有这个投资公司的企业管理硕士啊，还是有专业啊，他的学能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派去这个公司去帮助我们投资的公司能够赚钱，是不是这样子？是的。都是吗？绝大部分都是。如果说没有这些，现在广务我们要求他，你没有相关企管或财务的学能，我们根本就不接受推荐的。好，那有职业董事啊，我们来看，先看职业董事谢正。你看看他有几家公司，算一下几家公司啊？不是，七个八个公司。不是，他是龙桥董事长，然后现在目前呢、啊，我们请他兼任国华的董事长。那其他的公司派是监察人，因为行政院规定我们不能同时派出董事跟监察人。是，所以我想请问你，他的专业学能是什么？我们谢董事长曾经在美国哈、啊，那个拿到硕士学位，所以他对这一块的什么的硕士学位，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有拿到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所以可以接任这么多家公司吗？他不是接任公司，他是其他是兼职当监察人。也是啊，所以我说他是职业董事啊，董监事嘛，除了董事长还有董监事嘛，都是啊。报告，其实哈、哦，依行政院的规定哈、哦，他所有的兼职再多，他只能领两个兼职费，其他的呢？其他的兼职费，其他都是义务性质的，都没有。那公司有给他薪水，那些薪水、没有都没有，其他的兼职都没有，超过两家的通通都没有，都没有薪水。是的，都要缴回安置基金，都没有。所以你看到还有毛吉成，毛吉成也是啊。他也好几个工作、啊。毛吉成是龙桥的个经理，他也是派监，所以说他也其他的也没有在另外额外多收一块钱。他的专才呢？毛吉成毛经理哈、啊，我要再去。财务会计。哦，他是财务会计专长的，他本身是龙桥的财务的经理。好，你说都是专才，如果是专才可以帮助我们转投资的所有的公司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他这两三年就要退休，就要离开？他是继续帮忙啊、哦！是的，包委员您讲对了，经理级以下，他医疗基法可以啊，做到65岁。那副总经理以上的阶层，我们原则上是要求3年加1年。但是经理级以下呢，我们偷偷要求都是符合劳基法，他可能50岁进了这家公司当，假设他当副理，后来升经理，那他可以一直干到65岁才离差。这是完全符合劳基法的，所以会继续留任了。是的，就等到65岁经理级的这些专才啊，我们都会留任的。好、哦，是，所以。我们都认为说，你这两年三年，是不是因为他们退休的时候是60岁，等到退休年龄可以到公司的话，到65岁退休，还是说这些人一定要转任到我们这些转投资的公司去？为了怕说他们万一退休之后到大陆那边，所有我们的情资会泄露出去，所以请他们到这公司留任，不要到大陆去。不是，这样子让这些董事长跟这个董。那个总经理啊，做这些董事长的劳，做总经理的劳，这样子就是不太好。不会是这样，所以本席在这边他的专长而已是。那如果是专才专用，那是很好的。是的。如果说有很多的退休将领啊，这中将那个、少将，如果他们非常重要，诸位，我可以建议你，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出我们的作为国防智库，请这些这么有专才的人，可以给我们这些国防智库多一些建言啊、做我们的国防的研究员。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设立我们的研究室给他们使用，这样对我们的国防也是很重要、很有建树的一种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这样子是更好，不要用这种转到我们这些投资公司当董监事的方式，好不好？是委员讲的这些，我们都会考虑专才专用嘛。是，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国家才能够再请他们多多的帮忙。事实上，据我了解，国防部现在是有不要这样子变相规避，这样就不好了，是，好不好？那自己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所有的董监事啊，有的有领我们的出席费跟我们的一些董监事的费用，有的是没有领，是不是？超过两家以上，通通不可以领。那有些人没有领的，是不是转到我们的退伍基金里面，安置基金里面，安置基金里面，那这安置基金这样转过去的这些，你们资料上都有吗？有。那这样子的话，请你把这些
没有去领我们的董监事的费用的，转到我们的安置基金这个所有的明细表完整的资料给本席好不好？可以。要多久的时间？基金会计处那边。现在出席费还有那个车马费，所有的通通都要哦。那个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可以统计出来？两周可以不可以？好，那就两周时间，要完整性的，全部都要提供给本席。可以，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再来请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主委。主委。委员好，诸位好，就我们的报告里面哈，他们前言所表达的安置基金，其实就是为了筹措退出役官兵安置就业计划所需的资金而设立的。那我们现在其实那我们为了筹措安置就业计划的资金，跟安置退役官兵这两个目标，哪一个轻，哪一个重？跟委员报告哈，其实这两个是互为表里了。你说安置人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可是赚钱重不重要？在我是告诉他们说要先赚钱，因为如果公司不赚钱，公司倒了，一个都安置不了。哦，过去原来是说我们创立起公司出来，那我们产生职缺，我们职缺可以让我们这些退出役官兵来就业，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不赚钱的话，那公司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两个是。它互为表里，而且是一起的重要。所以这样子，其实如果他们两个都很重要，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拿出来讨论，就是有我们转投资的事业，有些绩效是不彰的。刚刚有提到西点军校毕业的，就是毕业生，其实刚刚说500大企业都非常的垂爱，因为他们训练养成的关系，因为他们在管理的经验上面，其实他们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效能，所以其实他们才会受到大家的器重，会愿意邀请他们嘛。我们的官员也绝对不会输给他们。可是我相信企业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他们只看绩效，他们只看你的获利。今天我们在军中，你在服役的时候，你就是要效忠国家，你就是要服从军队，你当然你的管理是另外一个层面。可是你今天如果到一个转投资的事业，你在经营一个事业体，我相信他绩效要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的，就他有没有赚钱。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些事业体如果可以赚钱，你才能够安置更多的人。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说，我想要请教主委，既然你觉得说这两项其实是一样重要，然后我们希望来讨论一下，就我们在经营阶层人数最多的两个公司来做讨论好了，新兴客运跟新品天然气公司这两个公司哈，它的年营收的盈余年增率有多少？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新兴客运以104年来讲的话，它的营收是11亿1200多万，那新平公司啊，大概是那个4亿4000多万，所以他们基本上的营收算是比较不错的吗？算是在我们大概是属于中等的，那新平是相对比较少的，相对比较少。是的。那你觉得他们的经营管理发生的问题是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说可以从公司的经营层面，如果说把政府的政策说调降天然气的价格，这样来当成政策的说辞，说那个没有赚钱或者它的盈余下降，那是不合理。他不是，因为你既然对，既然如果你的经营必须要有成长，不管哪一个事业体都一样，民间的企业也是啊，它面临的困难其实不见得比我们少，有些我们还是保障的。是，那怎么样让它有创造更大的盈余，其实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对对对。刚刚我们也有很多同仁也提到，很多委员也提到哈，今天如果。刚刚如果你是在军中服役，我们有很多的薪资是固定的。今天如果你可以帮我们的公司转投资的事业体赚到更多的钱，你可以造福更多的我们的退出役的官兵、官士兵，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基金的收入，我相信大家就不会斤斤计较他的薪资或者他的其他的是的，额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个部分？因为大家一直以来一直认为说我们的绩效不涨，金国先生在的时候，为了要照顾所有的我们的荣民、军事官兵，他在你要退役之前，听说要填一栏，就你退役以后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那一栏没有填，他根本就不可以退役，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早期这个事我们可能要去查证一下，因为过去要填这一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要避免荣民他退役以后他可能托管或者失联，会造成他们生活无以为继或流离失所，这也是我们退辅会成立的最大的宗旨。是，当然过去的时代跟现在，还有过去我们的军事官兵他们所领的薪俸跟现在其实大大不同。是，不过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主旨的精神一定要让它继续存在。是，刚刚我们提到，因为大家很多还在质疑的部分，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照顾的很多似乎是我们高阶的将领或校级以上，校级以下受到的照顾比较少。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我们上面的数据哈，校级以下有97%，97.3%有受到照顾。是的。那这些人他们一待待多久？他们就是我刚才有报告，按照劳基法，他们可以待到65岁。所以，可是我们退役的人员这么多，他占了97%，这样的数据在大家看起来觉得它只是表面上的数字而已啦，因为我们退役的人员非常多，他们真的都有被照顾到吗？就本席所知道的哈，有很多我们其实提供了很多就业的训练，提供他们去做一些证照的取得等等。今天要特别提出来，如果在我因为有些你要与时俱进呐，为什么今天临时提案里面有些如果你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我们希望你一定要把它清算掉，或者解散，或者做其他的处理。是这些你把它处理掉以后，我们希望你今天提供很多我们的军事官兵，他们去取得相对的证照，是不是我们的转投资或者我们的投资事业也可以考量到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跟他们的训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你们有提供厨师嘛、烘焙嘛，或者其他还有很多他在军中专业的训练等等，是这些其实我觉得都还没有充分的利用到，是不是我们转投资的事业可以与时俱进朝这一些方面来做考量？谢谢委员，我们会朝这个委员这样讲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我特别跟委员您报告，我们现在哈，因应这个49年退伍之后，我们现在都有要求，在董事会要求各我们的所有的转投资公司，希望未来的禁用啊，能够优先禁用这49年的这些志愿兵退伍的，因为他们更有经济的压力，他们更有家庭经济啊，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能够取得一些专长跟证照。所以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希望以后的公司啊，就是能够多多禁用49年退伍了，这部分我们在不同的董事会都提出了这个要求了。不过因为我们看到的哈，就是我们投资的方向，其实它的面向很窄，就是说你其实你提供的我们的证照的取得有很多很多项哦。是。可是你即使跟董事会做这样的要求，可是事实上能够符合或者能够进去的，我觉得相对还是受限很多。今天我们这些安置基金，看起来如果你没有充分获得绩效的话，它也维持不久。是的。怎么样让它创造更多的收益，其实才是未来退辅会要努力的方向。刚刚本席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如果你在我们转投资的事业体可以有更广的面向，因为你如果比如说像厨师啊、烘焙啊，有这样的技术，未来可能在我们包括我们军中，他们也可以相辅相成，做其他的服务。如果这样有没有困难？鲍委员，您讲的其实这个，您讲的其实就是说，公司哦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它必须寻求多角化经营，也就是它必须按照本业之外，它必须多角化来扩充它的整个的经营领域。那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公司啊都要审慎考量，因为什么？要经过市场调查分析，包括产业整个环境的那个竞争力的分析之后，多久可以分析出来？没有，但公司啊，我们先举一个我们训练获得证照比较多的可能有哪几项？你们先做这样的一个市场分析，或者应该做怎么样的投资的效益跟设置，这样子有没有困难？
其实我们有很认真而且很审慎的思考过。像之前我们本来有拟定一个有关于保全业的问题，那后来因为整个政策的改变，由大院也决议了，所以说我们有跟。但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同面向，我们都在思考。我们希望保全的部分刚刚您提到了哈，我想知道说它最大挚爱难行的地方在哪里？现在是跟政府规定。现在是采购法的关系，采购法依照我们要回归到、政府告诉我们现在在。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政府交接，所以在这段期间，所有新公司成立的事情全部都停止，这是应该是大院的意见了。所以现在提到的是保全的部分，那我刚刚有提到，除了保全以外，当然这个在军中的训练它是最核心的，而且它可能可以比其他社会上它可以照顾许多人的训练，其实它应该是更精进，因为除了警察，还有海巡，还有在就是我们军方人员在这一部分，我相信它可以发挥得很好。可是我们也希望，因为除了保全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包括您刚才也一并下去考量。对对，刚刚您刚才提到的旅游业啊，这些其实都有，包括我们的旅游也有我们的农场，因为我们的包括像高雄农场、台东农场这些地方啊，它需要有一个有旅馆执照、旅馆业执照的才能够来经营。所以刚谈到国花海洋，所以国花海洋现在在改名，就改成国花实业，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由它来出面，它来做这个旅游业，因为现在旅游观光在我们国内啊是一个非常这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一个行业。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啊。那对这一段来讲，也当然也就是这个基于大院的这些决议了，现在目前我们是整个都在这个交接政府交接之前，我们是所有这些都停掉了。主委，那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做。交接它只是具体的做法，它可能没有，可能现在是一个交接期。可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你可以再做更多的面向的推广，因为现在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像旅游。像你的观光产业，观光产业它牵涉到的食衣住行娱乐通通有，那个有很多，其实我们核心的做法里面都有，包括我刚刚讲的，像我们军备局以前我们生制中心，我们有很多生产制造的经验等等，其实怎么样让它去符合时代的潮流，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去考量的。您刚刚提到的还是只有少部分啊，你就我特别跟委员您补充报告哈，其实哈我们透过训练中心啊，然后训练出这些我们退伍官兵具有证照了，我们的就业处都跟很多不同的产业已经啊有产训合作，然后呢把这些有专长的人员都推荐给各产业去。那现在啊，这整个啊都在全面性的推行。对，本席还是要提出来啊，当然你们看到的是这样，可是我们接触到的还是有很多人他在青壮年就退役。他们有很多是找不到工作，他们要抚养的是非常小的孩子，还有他们未来人生的规划跟发展，这一些人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受到充分照顾。我们希望我们未来业务的推广的面向朝这样子来考量。是的，谢谢委员。谢谢。是的，谢谢。谢，哎，谢谢。好，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徐永明委员，郑天才委员，王惠美委员，蒋乃新，陈明文委员，林俊宪委员，徐国勇委员，姚文智委员，高金素梅委员，周晨秀霞委员，周晨秀霞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好，那登记委员除不在场之外，都已经发言完毕哈，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日会议委员还有陈廷飞、萧美琴、姚文智、吕孙林，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答复。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提供。主席，不好意思，对不起，就是有关于刚刚吕玉林委员要求退辅会提供的一些书面资料，那我想请退辅会这边也给我一份。哦，好，谢谢。那好，请列入马哥，没有问题。好，谢谢吕委员的补充。好，那散会，谢谢。